你开始。可以吧？报告委员会出席委员十人，已足法定人数。好，现在开会进行报告事项，请宣读上次会议议事录。立法院第九届第一会期内政委员会第九次全体委员会议议事录，时间104/105年4月18日上午9:16至12:12，下午20:32至4:25，4月21日上午9:01至12:47，地点红楼202会议室，出席委员黄委员昭顺等15人，列席委员郑委员宝清等42人，列席官员4月18日内政部部长陈蔚仁等，4月21日原住民族委员会主任委员林江义等，主席黄召集委员昭顺。报告事项，宣读上次会议议事录，决定确定讨论事项。4月18日第一案继续并案审查，委员黄昭顺等21人，委员陈素月等19人，委员钟嘉宾等17人，分别拟具土地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第二案、第三案审查行政院委员郑天才等17人，分别拟具总统、副总统选举罢免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案。第四案至第八案审查委员孔文吉等18人，委员郑天才等16人，亲民党党团委员廖国栋等17人，委员顾立雄等20人，分别拟具公职人员选举罢免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案。第九案至第12案审查行政院委员严宽恒等17人，委员蒋万安等23人，分别拟具国籍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案。本日会议经委员郑天才等说明提案要旨，内政部部长陈威仁报告，委员庄瑞雄等20人提出质询，均经内政部部长陈威仁等及其答复说明，另有委员许淑华等提出书面质询，列入记录刊登公报，请相关机关另以书面答复。决议一，报告及询答完毕，委员质询未及答复部分或要求提供之说明资料，请相关机关尽速以书面答复。二，第一案土地法部分，第14条维持现行法，第16条除巨末修改为妨害基本国策者，中央地震机关得依法律限制之外，予维持现行法。三，第25条文字修改为，直辖市或县市政府对于其所管公有土地，非经该管区内民意机关同意，并经行政院核准，不得处分或设定负担，或为超过10年期间之租赁，但面积过小，具公益性或公共性者，免经行政院核准。前项锁定面积过小，具公益性或公共性之情形，由行政院定之。四，并案审查完竣，拟具审查报告提报院会讨论，院会讨论前需经党团协商，并推请黄召集委员昭顺于院会讨论时做补充说明。三，第二案至第12案另定期继续审查。临时提案第一案决议，请内政部参考办理，第23案均决议照案通过。4月21日审查委员郑天才等20人，委员郑天才等19人，委员陈莹等22人，时代力量党团委员廖国栋等18人，委员廖国栋等16人，分别拟具原住民族基本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本日会议经委员郑天才等提说明提案要旨，原住民族委员会主任委员林江义报告，委员郑天才等16人提出质询，均经原住民族委员会主任委员林江义及所属等及其答复说明，另有委员徐正卫等提出书面质询，列入记录刊登公报，请相关机关另以书面答复。决议一，报告及询答完毕，委员质询未及答复部分或要求提供之说明资料，请相关机关尽速以书面答复。二，原住民族基本法部分另定期继续审查。临时提案第一案至第5案均决议照案通过。第6案决议，除句中文字原要求原住民族委员会立即修正为原要求原住民族委员会立即会商内政部、法务部外，于照案通过。散会，宣读完毕。议事录念那么久，好，请问各位委员，上次的会议议事录有没有错误啊、遗漏？假如没有的话，我们议事录确定。现在进行讨论事项。讨论事项一，继续审查行政院委员林淑芬等20人，委员郑丽君等35人，分别拟具集会游行法修正草案及废止集会游行法草案案。二、三、四案
审查委员陈廷飞等23人，委员陈明文等21人，委员苏志芬等18人，分别拟具集会游行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及废止集会游行法案。第五案，审查请愿文书3案，杨尚明君、何志勤君、谢平全君均请参阅。宣读完毕。好，我们介绍今天的列席官员哈，内政部的政务次长陈纯进、陈政次啊，还有我们的警政署的这一个陈署长啊，陈国恩陈署长，刑事警察局刘局长啊，那另外这个交通部、保务部、外交部、国防部跟司法院都有派代表列席啊，我就不一一介绍。那我们先来进行新增提案的一个说明啊。那请陈廷都不在哈，那个提案的委员，我们等一下请他们到的时候，我们再补充啊，做提案的说明啊。那另外，我们就先请内政部陈次长啊做这个说明。主席、各位委员、各位女士、各位先生，大家早。今天集会游行法的这个修法的这个工作来跟各位报告。由于上次已经就前面我们行政院版以及几位委员的提案做过说明，今天主要是针对新的3个提案做一些回应。不过首先还是要跟各位报告，我们这次集会游行法的修法主要是将登记制改成备查的这个制度，也就是说我们以前是以管制的这个精神现在我们把它改成是要保障集会游行的它的这个自由集会游行自由的这个权利以保障它，立这个法来保障它为主。所以我们修正草案的重点其实是以保障人民集会游行权为最上位的考量。那第二是确保集会游行能够和平的进行。第三是兼顾社会公益利益的维护。第四呢是执行命令解散的时候应符合比例的原则。第五在删除刑法的规定，能够回归适用普通的这个法律。那针对今天新增的3个提案，关于陈明文委员等21人提案废止集会游行法的部分我们因为集会游行法制定的目的刚刚已经说过，在保障人民集会游行的自由，所以我们建议要审慎的这个考量。第二，关于陈委员、廷辉等23人提案，将名称修订为《集会结社及游行自由保障法》，我们希望而且他们也希望改采为自愿报备的这个部分我们认为这个部分因为我们报备主要是为了保护集会游行的这些场所啦、时间啦、路线的这个竞合，或者是遭挑衅引起事端，所以如果改成自愿报备的部分我想警政机关就比较难去掌握，万一会有冲突的时候因应的时间可能变成极度的缩小。那关于废除禁制区的部分，恐怕无法兼顾国家重要的机关、地区设施等的这个安全。关于未规范集会游行活动的时间、场所、路线，或者是有竞合或相关的这个问题刚刚已经讲过了对于保障集会游行的这个权利的部分恐怕会让我们警政单位反应的时间会极度的缩短不利于保障集会游行。关于废除命令解散制度，这个会使得我们执法没有适当的裁量空间。那纠察员如果没有强制佩戴纠察员的这个备章恐怕对于纠察员的身份难以辨识，没有办法发挥维持秩序的这个功能，我们都建请能够审慎的考量。第三，对于苏志芬委员等18人提案的部分我们其实大概是跟陈委员以及两位陈委员的提案以及先前的提案大致上有重复，我想我就不再这个重复。所以我们内政部再次重申，我国集会游行法系具体落实人民集会游行自由之保障，使集会游行更能有秩序的进行，并且加以管理，相信在国人高度民主素养以及参与者自律之下，必可树立集会游行
能够以和平理性的方式来表现啊，成为我国的典范啊。以上报告，请各位指教，谢谢。这个谢谢陈次长，我们议程的讨论事项第五案哈、啊、是人民请愿案啊，那我们先来做处理了哈、啊。那假如没有异议的话，我们来请宣读三个人民请愿案。请愿案第一案，杨尚明君为请废除集会游行法请愿案。第二案，何志勤君为建议将规范警察执行集会游行驱离勤务明定于集会游行法或警察职权行使法，以便后续追究部分警察之违法行为，请愿文书。三，谢平全君为建请删除集会游行法第四条规定，请愿文书。宣读完毕。好，那个三件请愿案哈，都是针对集会游行法的陈请啊。那我们把这三件请愿案啊，这个发给我们所有的委员同仁，作为我们审查集会游行法的这个审查法案的参考啊。那三件请愿案不成为议案，有异议，假如没有异议，我们就通过啊，就给各位委员参考，在审查的时候，我们来一并来处理啊，参酌啊几位陈请人他们的意见。啊，那个啊，因为我们这一次啊，有交下院会有交下一些新的集邮法的修正的一个提案啊，那我征求各位委员的同意啦啊，我们先把所有的这个条文哈、啊，先把它一次啊，把它做宣读啊，包括这个新交到我们委员会的条文啊，还有啊。这个之前我们啊只宣读了几个条文哈，然后等我们条文全部都宣读完毕之后，那我们再来做一并的这个逐条审查啊。请问各位委员有没有异议？啊，假如没有异议的话，这个我们就宣读条文啊。好，那各位委员哈、啊，提醒各位委员，因为这个案等一下逐条时间会很久啊，所以这个。这个宣读条文的时候，各位只要很忙的话了哈，可以先处理一下这个相关的我们立法院其他委员会的一个事务啊，大概要多久？三十分钟啊，大概宣读的时间大概要三十分钟左右。好，那我们再逐条。今天我是打算说，假如顺利的话了哈，顺利的话，我们就把今天把它条文都全部处理完。好、哦、好，请宣读条文。集会游行法部分条文，集会游行法修正草案，第行政院提案第三条，本法所称主管机关，指集会游行所在地之警察分局，集会游行所在地跨越同一直辖市、县市二个以上警察分局之辖区者，其主管机关为直辖市、县市警察局。委员郑丽君等三十五人提案第三条，本法所称主管机关。在中央为内政部，在地方为集会游行所在地之直辖市、县市政府。行政院提案第四条删除，委员郑丽君等三十五人提案，委员苏志芬等十八人提案，第四条均为删除。委员陈廷飞等二十三人提案，第四条集会游行得主张与宣扬特定理念或诉求。行政院提案第四条前文修正为。室外集会游行应依本法规定向主管机关报备，但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不在此限：第一款、第二款、第三款维持现行法；第增列第四款偶发性集会游行增列第二项。前项第四款所称偶发性集会游行，只因特殊原因未经召集而自发聚集，且事实上无发起人或负责人之集会游行。现行法第二项改列为第三项，委员郑丽君等三十五人提案第八条删除，委员陈廷飞等二十三人提案第八条，集会游行得于四十八小时前以书面方式向主管机关报备，但因情势紧急不及事前报备者，负责人得向主管机关直接提出报备即可。委员苏志芬等十八人提案第八条，室外集会游行应向主管机关提请报备。室内集会无需提醒报备。行政院提案第五条，主管机关应依职权采取必要措施维护集会游行活动顺利，
维持交通秩序、社会安宁及人身安全，防止暴力之发生。委员郑丽君等35人提案第四条，对于集会游行，任何人不得以强暴、胁迫或其他非法方法予以妨害，依法报备举行之集会游行，主管机关应派员协助维持交通秩序，并保护集会游行之进行，免于遭受强暴、胁迫或其他非法方法之妨害。委员陈廷飞等23人提案第五条，对于任何已向主管机关报备举行之集会游行，不得以强暴、胁迫或其他非法方法予以妨害。行政院提案第六条，集会游行于下列机关购地区之周边举行者，应于安全距离外为之，但经主管机关核准者，不在此限。前五款均照现行法通过。第二项前项安全距离由内政部会商有关机关划定，并刊登政府公告之。第一款至第四款之安全距离不得逾300公尺，第五款之安全距离不得逾50公尺。委员郑丽君等35人提案第五条，政府机关对于人民举行集会游行与其他法益间之均衡维护，应积极考量宪法保障人民集会游行自由之意旨，不得逾越所欲衡平法益之必要限度。委员陈廷飞等23人提案第六条，集会游行不得在医疗院所、急诊室及其周边范围举行，唯于48小时之前向主管机关提报理由者，不在此限。前项医疗院所、急诊室及其周边范围由卫生福利部划定公告。委员苏志芬等18人提案第六条删除。行政院提案第七条，增列第二项，未报备举行之集会游行，其实际负责人指该集会游行活动之发起人、指挥人或主持人。委员郑丽君等35人提案第六条，集会游行应有负责人，依法设立之团体举行之集会游行，其负责人为该团体之代表人或其指定之人。委员苏志芬等18人提案第七条，集会游行应有负责人，但紧急性或偶发性集会不在此限，依法设立之团体举行之集会游行，其负责人为该团体之代表人或指定之人。行政院提案第八条，室外集会游行负责人应于举行之日前30日内3日前向主管机关提出报备书，因事起仓促且非即刻举行，无法达其目的之紧急性集会游行，应于举行前报备，不受前项期间之限制。行政院提案第九条，前文第一项前文修正为前条锁定报备书应载明下列事项：一、负责人或其代理人、纠察员姓名、性别、出生年月日、身份证明文件字号、住居所、电话号码；二、集会游行之事由方式；三、集会场所、游行路线、集会集合解散地点及举行日、起讫时间；四、预定参加人数及车辆数量。前项报备书应检附下列文件：一、负责人及纠察员之身份证明文件；二、有代理人者代理人之代理同意书及身份证明文件；三、集会者集会场所所在所有人或管理人之同意文件；四、游行者游行之详细路线图，主管机关收受报备书应交付收件证明，报备书及所附文件不符第一项、第二项规定而得补正者，主管机关应通知于一定期间内补正，借其未补正者视为未报备。委员郑丽君等35人提案第七条，集会游行得由负责人于48小时前以口头或书面方式向主管机关报备，请求协助与保护，但因情势紧急无法事前报备者，主管机关应于提出报备后予以必要之协助与保护。前项报备之内容应包括：一、负责人或其代理人、纠察员之姓名及联络方式；二、集会游行之日期及起讫时间；三、集会处所或游行之路线及集合解散地点；四、预定参加人数；五、车辆物品之名称数量。已报备之集会游行若无法如期举行，负责人应于事前以口头或书面通知主管机关。
委员陈廷飞等23人提案第九条，集会游行得由负责人于48小时前以书面方式向主管机关报备，唯因情势紧急不可事前报备者，主管机关应于提出报备后予以必要之协助与保护。前项报备之内容得包括：一、负责人或其代理人、纠察员之姓名及联络方式；二、集会游行之日期及起讫时间；三、集会处所或游行之路线及集合与解散地点；四、预定参加人数。已报备之集会游行若不能如期举办，负责人应于12小时前以书面通知主管机关。委员苏志芬等18人提案第九条，室外集会游行应由负责人填具报备书，载明下列事项，于6日前向主管机关报备，但因不可预见之重大紧急事故，且非即刻举行，无法达到目的者，不受6日前报备之限制。一、负责人或其代理人、纠察员姓名、性别、职业、出生年月日、国民身份证统一编号、住居所及电话号码；二、集会游行之目的、方式及起讫时间；三、集会处所或游行之路线及集合解散地点。前项第一款代理人应检具代理同意书；第三款集会处所应检具处所之所有人或管理人之同意文件。第十条，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得为第四条第一项锁定应报备之室外集会游行之负责人之代理人或纠察员：一、未满20岁；二、无中华民国国籍，但永久居留者不在此限；三、经判处有期徒刑以上之刑确定，尚未执行或执行未毕，但受缓刑之宣告者不在此限；四、受保安处分或感训处分之裁判确定，尚未执行或执行未毕；五、受监护或辅助宣告尚未撤销。委员郑丽君等35人提案，委员陈廷飞等23人提案，委员苏志芬等18人提案均为删除。行政院提案第11条，室外集会游行报备场所、路线、时间有竞合或相邻者，除当事人另有协议外，主管机关应以书面命报备在后之负责人变更场所、路线、时间或加以限制，并指定应遵守之事项。集会游行之负责人应依前项命令将变更之内容补行报备。行政院提案第12条，室外集会游行于举行前有明显事实将立即危害生命、身体、自由或对财物造成重大损害或发生天然灾变者，主管机关于必要范围内应命其负责人变更其路线、场所、时间或加以限制，并指定应遵守之事项。行政院提案第13条，室外集会游行经报备后不能如期举行者，负责人应即通知主管机关。行政院提案第11条删除。委员郑丽君等35人提案第8条，同一时间、处所、路线有2人以上提出不同集会游行之报备者，主管机关应邀集负责人进行活动时间、地点或路线之协调。前项情形协调不成者，主管机关应就集会游行之处所、路线进行划分，并于设置安全隔离区域后，由各负责人以抽签决定使用之空间范围。委员陈廷飞等23人提案，苏志芬等18人提案均为删除。行政院提案第12条，委员郑丽君等35人提案，委员陈廷飞等23人提案，委员苏志芬等18人提案第12条均为删除。行政院提案，委员郑丽君等35人提案，委员陈廷飞等23人提案，委员苏志芬等18人提案，第13条均为删除。行政院提案第14条，委员郑丽君等35人提案第14条，委员陈廷飞等23人提案第14条均为删除。委员苏志芬等18人提案第14条，集会游行进行时，主管机关得就关于维护重要地区设施或建筑物安全之事项为必要之限制。行政院提案第15条，委员郑丽君等35人提案第15条，委员陈廷飞等23人提案第15条，委员苏志芬等18人提案第15条均为删除。行政院提案，委员郑丽君等35人提案，委员陈廷飞等23人提案，委员苏志芬等18人提案第16条均为删除。行政院提案，委员郑丽君等35人提案，委员陈廷飞等23人提案，委员苏志芬等18人提案第17条均为删除。行政院提案第14条，
集会游行之进行，应以和平方式为之，不得有其下列行为：一、使用暴力；二、携带足以危害他人生命、身体、自由或财产安全之物品；前项第二款之物品，不论属于何人所有，均得扣留并依法处理。行政院提案第十五条，集会游行应以报备之时间、场所、路线举行，不得妨碍临近道路、场所使用人之权益。偶发性或紧急性集会游行，不得有下列情形之一：一、于车道举行，但对交通秩序无妨碍者，不在此限；二、同一时间、场所、路线已有他人举行或即将举行集会游行者。行政院提案第十六条，于上课、各项重大入学考试期间之学校、设有病床之医疗院所或国家考试期间之考场周边举行之集会游行，使用扩音设备或其他器材，不得妨碍安宁。行政院提案第十七条，集会场所、游行路线于使用后留有废弃物或污染者，负责人或实际负责人应于12小时内负责清理完毕。委员郑丽君等35人提案。第九条，集会游行之负责人应于集会游行时亲自在场主持，维持秩序，其集会处所、游行路线于使用后已有废弃物或污染者，并应负责清理。行政院提案第十八条，集会游行之负责人应于集会游行时亲自在场主持，维持秩序，其因故不能亲自为之者，得由代理人代理之，前项代理人之权责与负责人同。委员郑丽君等35人提案。第十条，集会游行之负责人因故不能亲自在场主持或维持秩序时，得由代理人代理之，前项代理人之权责与负责人同。行政提案第十九条，集会游行之负责人应指定纠察员协助维持秩序，前项纠察员在场协助维持秩序时，应佩戴纠察员字样臂章。委员郑丽君等35人提案。第十一条，集会游行之负责人得指定纠察员协助维持秩序。委员陈廷威等23人提案。第二十条，集会游行之负责人得指定纠察员协助维持秩序，前项纠察员在场协助维持秩序时，得佩戴纠察员字样。委员苏志芬等18人提案。第二十条，集会游行之负责人得指定纠察员协助维持秩序。行政院提案第二十条，集会游行之参加人应服从负责人或纠察员关于维持秩序之指挥，对妨碍集会游行之人，负责人或纠察员得予以劝离，受劝离之人应即离开现场。前项受劝离之人不听劝离时，负责人得请求现场警察指挥官命其离开，其不离开时得强制驱离。委员郑丽君等35人提案。第十二条，针对妨碍集会游行之状况，负责人或纠察员得予以排除。若负责人或纠察员无法排除时，得请求主管机关所派之现场指挥官协助指挥警察人员予以排除，受排除之人应立即离开现场。行政院提案第二十一条，集会游行之终止或结束，负责人或实际负责人应宣布之。集会游行之负责人或实际负责人宣布终止或结束集会游行时，参加人应即解散。宣布终止或结束后之行为，应由行为人负责，但参加人未解散者，负责人或实际负责人应负疏导劝离之责。委员郑丽君等35人提案。第十三条，集会游行之终止或结束，由负责人宣布之，同时应负疏导劝离之责。行政院提案，委员郑丽君等35人提案。第二十三条，均为删除。行政院提案第二十四条，删除。委员郑丽君等35人提案。第十四条，集会游行时，主管机关之现场指挥官应主动向集会游行负责人表明身份姓名。主管机关为协助保护集会游行，所派之人员应于胸前佩戴易于辨识其身份及姓名之名牌，每字体尺寸不得小于2公分见方。委员陈廷飞等23人提案。第24条，集会游行时，警察人员应到场维持秩序，主管机关依负责人之请求，应到场疏导交通及维持秩序，并予以必要之协助与保护。行政提案第22条，集会游行非有下列情形者，游行主管机关不得命令解散，
一、违反第六条或第八条规定；二、未依第九条第四项规定补正；三、违反第十二条或第十五条规定，情节重大；四、违反第十四条第一项第一款规定；五、有明显事实即将危害生命、身体、自由或对财物造成重大损坏。前项除第五款情形外，应经警告二次无效后，使得命令解散。命令解散得强制为之。委员郑丽君等三十五人提案，委员陈廷威等二十三人提案，委员苏志芬等十八人提案，第二十五条均为删除。行政院提案第二十三条，主管机关执行本法规定，应公平合理考量人民集会游行权利与其他法益间之均衡维护，以适当之方法为之，不得逾越必要限度。委员郑丽君等三十五人提案，委员陈廷威等二十三人提案，委员苏志芬等十八人提案，第二十六条均为删除。行政提案第二十四条，集会游行经该管主管机关命令解散而不解散，处集会游行负责人、负责人之代理人或实际负责人新台币十五万元以下罚锾。委员郑丽君等三十五人提案，委员陈廷威等二十三人提案，委员苏志芬等十八人提案，第二十八条均为删除。行政提案第二十五条，集会游行活动负责人、负责人之代理人或实际负责人，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处新台币三万元以下罚锾：一、未依第八条或第九条第一项、第二项规定提出报备或报备不实；二、未依第十一条或第十二条锁定变更限制或指定事项办理；三、违反第十三条、第十五条或第十七条规定；四、违反第十八条第一项规定；五、违反第二十一条第三项但书规定。前项第一款之处罚，其情节显属轻微者，得免予处罚。行政提案第二十六条，妨碍集会游行之人，已受警察命令离开现场而不离开者，处新台币六千元以下罚锾。行政院提案第二十七条，委员郑丽君等三十五人提案，委员陈廷飞等二十三人提案，委员苏志芬等十八人提案，第二十七条均为删除。行政院提案第二十九条，行政院提案，委员郑丽君等三十五人提案，委员陈廷飞等二十三人提案，委员苏志芬等十八人提案，第二十九条均为删除。行政院提案，委员郑丽君等三十五人提案，委员陈廷飞等二十三人提案，委员苏志芬等十八人提案，第三十条均为删除。行政提案第三十一条删除，委员郑丽君等三十五人提案。第十五条，公务员或行政机关违反本法规定，妨碍集会游行之进行者，虽非财产上之损害，被害人亦得请求赔偿相当之金额。委员苏志芬等十八人提案，第三十一条删除。行政提案，委员郑丽君等三十五人提案，委员陈廷飞等二十三人提案，第三十二条均为删除。行政院提案，委员郑丽君等三十五人提案，委员苏志芬等十八人提案，第三十三条均为删除。行政院提案，委员郑丽君等三十五人提案，委员苏志芬等十八人提案，第三十四条均为删除。行政院提案第二十七条，本法自公布日施行。委员郑丽君等三十五人提案，第十六条，本法自公布日施行。宣读完毕。好，那个我们休息这个十分钟啊，通知一下各委员好，然后我们十分钟后我们开始进行协商。那休息，来去老人，进来。
这个那个主秘书的。好，我们继续开会。我们上次是进行到第二条，第二条嘛，那第二条，我们现在够了吗？结论有结论了，现在我们第三条。第二条我们审查到第二条。好，那我们现在开始审查第三条。全部的版本都在里面了吗？对，啊，这个在这里，它这个修正的。不，我是讲第三条弄里边嘛。弄里边，弄里边，全部的所有的版本都进来了嘛？哈，好。那个雅芬呢？这个各位委员同仁，等一下发言的时候，记得要拿麦克风。哦，这个要因为有带录音哦。那也有录影，然后也有做记录、哦、所以你拿麦克风讲的话，这个是意见才会被收录、哦、那议事人员才能够做整理、啊、那第三条，各位有没有什么意见？看一下，差别就是一个是内政部，一个是所在地的警察分局。这。好，那个第三条哈，各位委员，那个你们有这一张吗？各位委员，各位委员同仁，您好，这张，这张诶，较简单诶。来，我请那个，无啦，这是阮公司诶啦，阮公司，好，我简单说明一下啊。第三条是主管机关，行政院的版本是集会游行所在地之分局啊。那郑丽君委员是中央是内政部，地方是集有所在地直辖市跟县市政府啊。好，这个行政部门是不是要说明一下？来，先说明一下。主席、各位委员，大家早哈。第三条，我们行政院的版本里面是主张维持原来的这个地方是分局哈，然后跨机关的话是警察局。那这个理由是，如果政内内政部为中央主管机关哈，因为集会游行都是地方事务性的哈。有关。这个中央机关是管政策的拟定跟规划，不是集会游行的执行机关呢、所以建议说还是要这个由分局来处理。那么因为整个统合的部分呢、如果是县市政府，他还是会交给警察局去处理的啊，警察局处理。因为如果变成地方政府的话，时间呢、会延宕审核的时间，而且对集会游行保障并没有直接的好处了哈。所以那一般的所有统合治安的相关作为保障集会游行安全的是还是由我们警察局分局啊，尤其是地方分局老百姓比较方便的、那包括集会场所游行路线交通跟环境的维护啊，这些部分还是由地方分局来主导，比较能够让老百姓更方便来执行。那另外一边就是说，如果这个县市政府里面的各单位啊，如果意见相左，那就很难处理了，而且会延误的这些相关的时效，所以我们还是主张说，还是按照原来的我们行政院版本以上。好，那个我们的这个委员同仁是不是有人要表达一下意见？第三条，这个哈、哦，这个。那没关系的。好，谢谢。这个主管机关原第三条是这个警察分局嘛，哈，就警察局了哈，警政系统。那我们的提案是要修改为内政部，那地方是直辖县政府。主要想法是说，原来集游法比较是在管制哈，这个集会游行以及赋予这个。警察职权行使的一些法源了、啊、哈，那但是我们现在要修改为集会游行保障法，这个法的目的是为了要保障
这个人民依宪法所该享有的言论自由跟集会结社的自由，所以我们是认为说权力保障应该主管机关要回归内政部跟我们直辖县市政府啦。好，那至于整个法的精神，就是说有关警察职权行使的部分在其他的这个我们整个概念是说，事实上我们既有的法律体系是目前都有其他相关的这个法源，甚至民间团体都认为其他法可能都还有一点过严像这个我们的维护社会秩序维护法还有我们其他妨碍公务等等的罪，目前最近几年的集邮法的起诉也都依据这个其他的这些法律在起诉所以我还是比较认为说集会游行保障法回归内政部跟地方政府，那有关警察职权的部分其实在其他法这个有它的法源在，那反而在这个法是要拜托我们的警政系统是要予以协助啦那所以我想予以协助它就会是比较一个是去配合的一个机关跟角色那保障的主体还是在这个行政部门这个请各位委员指教。好，那个各位还有没有什么意见？来，那个赵委员。我请教一下说，因为刚才署长提到说，实际上最后操作还是警察的各地分局，这样我可以理解。但是，目前好像资料整理起来，直接把主管机关放在这个分局或警察局的这个，有没有其他的法律体力有这样的情况？就是说，会不会有造成说我们变成这种警察国家的这种错误影响？就是说，放在县市政府或内政部，但最后虽然执行可能会是以这个警方为主，但是是不是在法律体力上，除了机油法以外，有没有其他的？这个过去在修这个法的，在立这个法的时候，还是参考很多国家了哈，像韩国他们的集会跟示威法律第六条就规定，这个室外集会，他。在720小时之前跟48小时前，向主管警察分局分局长，他直接指名分局长提出，包括这些时间、地点、场所，还有这个等等这样的一个例子的哈。那过去执行很多年来，因为这个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中央跟地方的，比如说地制法的规定哈，还有警察法施行细则的规定，那么集会安全维护的是地方的这个职权，地方政府如果跟中央政府如果意见相左。态度不一样，会造成这个政治的一个纷争了。比如说台北市跟内政部意见不一样啊，那过去都是这个就近方便啊，方便这个来申请的人直接到分局，大家可以把很多事情的协调好，沟通快，而且速度也比较快。如果由内政部或由政府或县市政府，这样他会拉长很多的时间，而且都很多是紧急，要求时间快的，所以。过去也发生过地方跟中央有纷争的这个部分，而且会跟地制法有所违背啊。好，来那个郑丽君委员，这个刚刚抱歉，署长，这个署长所谈的是过去经验呐、我想那是尊重过去经验，但是因为我们今天立这个法是要将原来集会游行法改为保障法。我觉得是对未来的整个组织的安排跟职权的重新界定了跟国家角色的重新界定，所以我们现在主管机关如果在各警察分局啊，这个我会觉得说，大家会觉得说，未来我们的集会游行，难道台湾又要还是警察国家吗？我觉得还是人民会有这样的疑虑了哈。那而且我们目前所有的这个法的体系啊，这个我想除了集会游行法以外，也没有这样一个体力呀。除了警察职权行使法还有就是有关于人民权利的保障的法，却是主管机关放在警察局。我觉得这个法系的安排跟体力上面，可能也是会有些问题。那刚刚提到其他国家，我比较了解，像法国，他们基本上还是在内政部，还是在行政系统，那他们也没有说一个法来管理这些集会游行，他们基本上警察职权的部分回归刑法，他会在一些重大造成什么情况底下。然后警察应该怎么处理所以他们基本上还是从这个角度去看说，当他造成了重大公安或是说有些伤害或公共危险等等，他刑法就有法源可以来让他来处理啦所以我们还是可以参考一下这个其他比较先进的国家的做法。
来，各位来，来那个庄瑞雄委员先来啊。主席哈，各位，我来请教苏定了哈。署长，其实你刚提到的这个第三条这个部分，你这样的一个见解啊，其实对一个任何的一个执政者啊，他都会表示欢迎了、啊。但问题啊，今天症结应该不在这里啊。你要提出这个修法的，说其他的国家值得参考的，卖大概拢讲一条南韩的，好唔好啦？无你嘛找一条什么的英国啦、法国啦、美国啦，找一条较先进的。你讲找一条南韩的，这个呢，这个听起来就觉得很奇怪。不是南韩不好啦，只是说应该有比它更先进的一些立法例啦，来值得委员会这边修法的一个参考。第一个啦，第二个啦，啊。你说把它放在到最后主管机关啊，你只要两个警察局分局的管辖，你这个提到的就跨越同一直辖县市的那种管辖的问题，这个我倒是有一个看法啦。如果说以你刚所举的例啊，说万一内政部啊或者地方政府啊看法会有所不同的时候啊，哦啊什么是不是什么政治动荡啊，这个。警政署这个地方，你满门上面代志拢给烂起来了。如果一个事件只是会游行，你说到最后造成一个政治动荡、哦，那个已经不是警政署你可以解决了。黑米跟政署立华都来做该管了，反而啊，这样的一种大型的一个集会游行啊，一定有它的高度的一个政治意涵呐、啊哦，反而倒不是用。派出警察，好像就是可以把整个事件让他给落幕掉了哈。你就看啥，你讲红衫军啊好，哦，你讲太阳花啊好，这当然不能去做类比啦。只是说人数如果够多的时候啊，你执法的时候，你警察人底下我看，嘛不是讲真正要强势去做介入啦，那东西。白按依照法律的一个规定，你们不得不出来而已的。到最后的解决啊，从来。哦，除非你要恢复到以前那种戒严时代啊，而不是那种警棍啊，哦，武力啊，可以来做一个解决。所以呢，你说把整个要再像原来那样啊，你说一定要让主管机关啊去让县市警察局来做一个他们的一个直接啊直接变成由哦他们。变成又划回到原来的一个执掌啊，这个未必啊，跟整个落实保障人民集会结社自由哦，应该我们去积极提供给集会者啊相关协助啊、哦、这样的一个规范的一个意志，可能有所违背啊，所以是不是警政署这个地方啊观念呢、啊，应该啊也应该去做一个修正啊，你集会游行，比如说。你那个有跨县市的，你应该去做因呢啊，行政职务的一个协助诶。其他的法规啊，像比如说行政程序法，一定用规定啊，每一样东西你到最后全部都划归给警察机关了。你不只是说累死警察，而且啊那个心态啊，似乎也要来做一个调整啊，这个是不是可以再做一个考虑了，尤其是我拄啊，呾讲着讲，卖逐项拢难喊，阁有较注定，阁有较先进一个无？我今嘛讲两个，我偏芳一个，较讲着拢讲迄个难喊的。好，那个黄昭顺委员，主席，各位同仁好，我想今天早上一开始开会的时候，从哦，你慢慢咧，我惊你，我个是，我足惊你的。主席，各位同仁，我想刚才一开始开会的时候。陈其迈委员把主席了哈，就把这些案子都念完的时候，就有三个人民请案进来，三个人民请案都是对集会游行化非常有意见的哈。那刚才几位委员都发言说，署长怎么比都比南韩啊，比德国啦、啊、这些比较那个的国家。那今天应该是四月二十几号啊，二十五号到五月二十号，只剩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我有两个主张，我希望委员会能够处理。第一个就是，我看了陈明文委员有一个直接会址集会游行化，我觉得我们每一件事情都把它回归。如果说我们可以直接会址，我想我会支持。
那如果我们不直接会址的话，然后弄了一些条文在那边又说东道西，我觉得这个没有必要。那如果不直接会址的话，我建议主席，我们交给新的内政部长来处理，让新的这个内政部长他就任了以后，让他先表示态度。如果新的就内政部长也都非常同意这样子的时候，我们连新的内政部长都还没有来，然后我们在这里做这么重大的一个改变，那除非我们就直接会址。好，我想我支持直接会址，谢谢。那个我说明一下哈，那个会议的程序哈，那个上次我们委员会我征询过大家的意见啊，就是先逐条，那到最后只要大家觉得说那干脆要把它废止啊，我们最后再来做处理。上次有征询过大家的意见，就直接提，因为有人认为提废止案的提案委员林淑芬委员。上次有特别提到说，大家也同意了哈，就是说，假如说觉得修一修，那也可以符合他的意志的话，他也不坚持要背了。所以上次大概有稍微大家有讨论，有做过处理。所以我们等一下，假如审完，大家觉得这个案还是要把它废止掉，我们再回来再做最后再来做处理的。那个主席，我觉得这是一个程序的问题。如果我们从这边一直念用这个法条，可能会弄整天呐、啊，而且弄到最后，我就看我们委员愿意会址的，我们就直接会址。啊，如果不愿意，我们才有逐条的问题呀、啊。你不会说逐条的问题，那然后又在，因为我上一次，我坦白讲，我上一次故意没有来，我故意没有来就是要让你们会址，因为我想说我来的，我又要，在这里，我觉得说。我在这里反对我们内政部的案子，我自己觉得我有一点难过，所以我就干脆，结果我没有想到你们没有会址，又留到今天又让我来再会址一次。那你不就错过了废止的时刻了吗？那个、我程序问题是什么，我就不处理了哈。这个是我们还是会议，你去麦克少那个少拿了程序问题嘛？麦克少拿了，我跟你讲，我讲解了，我讲解了。陈昭明委员，没有尊重我这里，你嘿，大概在按照发言的顺序，我先把程序处理完，因为我们上次在这个我们会议，好、哦、是大家决议说先逐条完，然后再来处理，回头再来处理废止了。这我们已经处理过这个程序了了，好、哦，所以我们就按照上次的决议，我们继续来进行我们议案的审议。那接下来是请，应该是钟孔超委员嘛，哈，钟孔超委员。好，谢谢主席，还有在座各位。要登记发言的举手一下，我就看得到。来，针对第三条，我个人的部分是依照现行的法律的规定，啊，人民申请集会游行款，啊，程序上，啊，首先要做什么？啊，第一个当然是要向主管机关申请路权，啊，取得路权后，才能向该辖区的警察分局申请集会游行。啊，能否取得合法路权啊，才是关键。那整个的集会游行法的过程啊，也不只是只有警察机关给予协助啊，包括场地的清洁恢复，包括流动厕所的设施等等，主管机关必须有统整的权限。故因啊，本席在这边啊，支持修正为政委员的一个版本，也就是说，本法所称主管机关。在中央为内政部，在地方为集会游行法所在地的直辖市、县市政府。啊，以上说明。好，那接下来这个陈昌明委员，市长，我首先请问你啊，因为我很少去抗争跟游行啊，所以很少报备。我今麦想点问你第一个问题：游行报备是到分局，还是到你县的？警察局还是市的警察局那边报备，那么那个申请，以前到哪里申请？分局就可以了。好，现在的分局，所以您执政人你要好好听好。我为什么问这个分局？因为分局他最了解地方的状况，所以你今天改到县政府，县政府再去通知。县的警察局、市的警察局，再到分局里面的时间会产生什么变化，我不晓得。那因为地方的分局他最了解状况，那我们很主张支持把集会游行法废掉。这第一点，我们希望要很务实的来考量这些情形。你们在讲都是讲啊，警察国家，警察不会无故打人的，警察常常被打。
现在我是主张把它废掉了，然后变成警察来救人了。如果依照所有要提出来修改的法令，我是讲实际的话，这第一点。所以在这里面，你们要改到县市政府，我跟你讲，那些市长不一定要接受呢。你搞好那的看，集会游行是很麻烦的事情，你丢给我市政府，我看你把它废除掉了。那把它支持我们废除掉吉祥游会吧，你变成去救人。第二点，我始终一个问题搞不清楚，是不是现在民进党的立委比较多了，你就退让？以前我们在修改吉祥游会法的时候，你一直跟我们讲，一定要申请制的，不能报备制，让了这一步台湾会乱，还是你觉得我们好欺负民进党？他们提出来委员说啊，这个社会会自然会比较好。我不是你讲啊，我怎么跟你讲？拢是这个情形，你们尽量改，尽量改啊！你也不要那么赶快。那我是觉得剩下二十几天了，部长拿出来这个，你现在讲说由他们决定就好了嘛，署长由他们决定就好。哦，因为大家在修法，不要为了个人的那种表现说我在保障人权，将来发生的问题会更多。未来执政，大家不要想你永远是好的。太阳花的运动再下来，我只问了一句话：攻占行政院、攻占立法院，对不对就好？只有几句话就好了。你们要如何来回答解决这样的问题，是你们要面对的。那今天刚刚我们黄昭顺委员讲，市长你以前也跟我们讲过，一定要申请制，台湾才不会乱。那我们现在改为，我发觉台湾整个气氛改变了。自从民进党当选了以后，我相信台湾的人们更守法，所以把集会游行法，那个游行法把它废除掉。啊，你们现在不要表态，剩下二十几天，您更加做什么事情？给共给王美嘛，好不好？啊，就这样子，我们是主张啊，把集行为游会法全部的把它废除掉，因为台湾自从民进党执政以后就不会有抗争的。好。这个陈昭文委员改变他的想法了哈，这个还是要鼓励的，哎，来接下来，对了，对，哎，来姚文智委员，来昭明兄，不要这个，我记下来，太多情绪了哈，这个不是啊，您讲的，问的讲的情绪，您讲的不要情绪，没啦，我是。好，那我要全部改成实际的。好，收尾，你没有情绪，各位，我没有情绪，我把我真实的感受告诉给你们，你们要好好想一想。哦，是有作为的，你是感情丰沛了，对不对？不是感情丰沛，我不想引起那个各位，大家互相尊重了哈。那个人咧讲哦，麦克你忙起来就讲，哎，没啦，不要紧啦，哎，等一个第二轮，你赶快回来回头讲。第二轮跟我你讲啊，好了好了，好了，这个大家互相尊重，是感情，感情充沛，不是情绪，我修正，好，对不起，好。哎，那好好，大家这个拿到麦克风的人讲话，好啊，有发言权的讲话，好了。假如大家讲第二轮再回来讲，好不好？大家互相尊重了哈。然后我讲啊，那个首先呢，第一个了哈，这个刚刚主席有讲过，我们讨论这个程序啊，那个是不是要？就是说干脆不要集会游行法，要废止这个法令。其实在上次讨论的时候，讨论到了啊，你们又寄望这个民进党把它废止，然后呢这个又现在又请他们说都不要答复，这其实怪怪的啦啊。如果都不要答复，其实立法院所有的法案现在都不要再审啊，因为都一样嘛啊，都一样嘛，这个现实的情况那个现实的情况现在都一样啊。所以我是觉得大家现在很理性的来看待，这到底我们需不需要哈？那这个法令的定位啊，过去是管理，那现在如果要推向保障啊，那到底应该如何啦？啊，那我是认为说可以暂时不管它是保障还是在管理啊，可以看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们旧的他说主管机关在警察分局啊，第一啊。有没有这样的立法力？有没有这样的立法力？就是我们定，假如说我们现在推动这个新的课纲，然后告诉大家说，这个主管机关在每一个国小，有没有可能？好，就是我们在推动，我们在讨论一个什么国家的集会游行的，不管是管理还是保障啊，还是促进人民这个表达意见的自由，那他的管理机关竟然是在一个
一个主管机关竟然是一个在区域的分局，这个体力对不对？我们在推动一个，我在楼下刚刚在推动石农教育法，然后我告诉大家说，主管机关可能在所有的国民中小学，这样可能吗？这样可能吗？这个立法力一看就觉得有点奇怪嘛，好不好？这第一点。第二点呢，从过去实务上，警察分局是这个被拿出来当挡箭牌，还是真的他有所有的能力来应付所有的集会游行？以台北市中正一分局为例，过去所有在凯拉格兰大道动辄十万人左右的游行，都在这个区域里面。那以这样的主管机关，这个以这样的主管机关，哦，他在第二项说跨越同一直辖县市的两个警察分局，才会有直辖市的县警察局才会往上处理。那是过去我们的实务上是这样吗？如果我们人够多，那我们中正一分局不用往上汇报，不用动员其他的这个警力支援吗？啊，有些时候甚至涉及到整个国安的层级，他不用整个行政体系来因应处理吗？所以我们实务上也不是这样嘛。如果实务上也不是这样，法律体力也没有见过这样，好，更不用看其他国家了。那这个显然是要修改嘛。这显然要修改。我们现在不讲你说的是民进党以后就不会有抗争，还是说谁要冲进哪里，啊，这些都是未来整个机关他要去面对处理的问题嘛。啊，现在那今天过去的例子是不是这样嘛？我们经过了20年民主的这个街头的游行，啊，是不是中正一分局其实是戴罪羔羊？好，或者不是戴罪羔羊，因为他执行上有时候有很多的问题，但是他却变成这个所有矛头指向的地方，这样子对吗？那事实上下达驱逐令或者是下达其他指令的这个层级，有时候高到像高到行政院长啊，然后他可以躲在后面啊。那这个中正一分局或者是说其他的警分局背负这样的责任对吗？啊，就请超明兄这个想一想啊，谢谢。哎，我现在话题，哎，阿伯阿伯阿伯轮到你，阿伯轮到你，我哈，是的，是的，听你。来，李俊毅委员，来。两个部分哈，一个部分是我们今天听到国民党朋友的发言，我们实在非常讶异哈。这个从第八届讨论到现在，第八届坚持是一个字都不能改，那为了这个以后就不排集会游行法了，才会讨论到第九届还在讨论。哦，一个字都不能改，那现在说，我们干脆废除好了啊，这个到底是怎么一回事？那更重要的是，集会游行法的修法本来就是立法院的权限呐，这跟谁当内政部长有什么关系？好，所以本来立法院就应该做这样的工作，既然招委已经排定了，而且这个不是在这会期第一次的讨论，他本来就有讨论过，这已经是第二次的讨论，那本来就应该依照程序来讨论。那招委刚刚也说明的非常清楚，如果大家最后决定是要全数废除，那再来处理嘛。那所以这个本来就依照立法院的程序，跟哪一个人做内政部长有关，跟什么时候交接有关吗？所以本来就应该立法院做立法院该做的事情，这是第一个部分。第二个部分，这个警政署坚持要设在主管机关，要设在分局，这个我老实讲我不太懂。因为任何的集会游行都包括路权的部分，刚才钟委员已经讲得非常清楚，包括路权的部分，包括整个环境配套所有相关设施的部分，这个不可能在分局里面处理清楚嘛。哦，即使像嘉义市这么小的一个县市，然后它的分局也没办法完全独立处理这个问题嘛。那何况是刚刚姚文智委员提的中正一分局，所有的集会游行几乎都在中正一分局嘛。所以这个部分就法律的体力来讲，也没有人设在分局底下了。老实讲是这样啊，这几级机关啊，四级机关、五级机关呢，哦，所以这个是非常离谱的一件事情。那我拜托主席哈，等一下第一个先请法制局针对这件事情说明一下有没有这样的体力。那第二个，我不知道警政署为什么还是坚持在分局，因为这不是你们的事，你们自己要承揽。对不对？这个本来就是县市政府要处理嘛，所有的法律定的都是在中央由谁，那在地方由谁，都非常清楚嘛。怎么会在地方由县市政府由县市的分局来处理呢？他有没有这个足够这个能量来处理？而且现在最重要的是集会游行的概念，从原来的报准现在改变为集会游行的保障。
那你保障的话，你分局就足以保障吗？哦，如果警政署要承担这样的责任，那警政署应该有完整的配套，你到底要怎么做？你路权怎么处理？环境怎么处理？是你们分局就要全部承担吗？把这个说明清楚，谢谢。好，好，接下来由美女委员。这里两个部分哈，一个部分就是说，原来集邮法它其实不是在依照我们的宪法在保障人民的集会这个集会游行的自由，而是在限制在管制人民的集会游行。所以呢，大法官会议呢其实也做了几号的解释。那这个部分呢，所以我们这次修法其实应该回到宪法的精神，它最主要就是在保障人民的集会游行。那在积极的保障人民的集会游行的话，当然也不能够把这个法就完全的废掉。那如果废掉的话，对于这个集会游行这里面的这个保障，或是对障碍的排除，就会无法可循。所以呢，但第二个呢，就是那到底主管机关是谁？其实呢，集会游行真的不是只有原来的只有管制，只有报备这个所谓的许可。所以说，原来在警察局的分局，那其实诚如刚刚很多的委员提到，那个集会游行呢，它会牵涉到的就是你集会游行整个一个相关法律还有政策的一个规划，那以及呢你这整个一个集会游行的这个这个协调的督导，那里面还有包括这些妨害集会游行的这些事物的排除，所以呢，等等这些事项，当然是要能够有一个统合的机关。所以在中央当然应该是要内政部，在地方应该是要县市直辖市，直辖市县市政府，而不是呢只有说跑到一个分局。所以呢，本席还是主张说，应该依照郑委员的版本，就是应该就是主管机关是在这个内政部，那地方呢应该是在县市直辖市县市政府。那这个部分呢，其实法制局关于集会游行的他有一个报告，所以是不是也请法制局呢表示一下意见？谢谢。好，这个接下来洪忠义委员来。主席好，各位委员好，我想这个第三条是针对主管机关，那其实我请教一下署长，署长像那个大甲妈祖绕境，他不算是集会游行，他不用申请庙会嘛，对不对？那以前齁，那个牵手护台湾，这个要不要申请啊？如果像这么大的一个活动，他只是纯粹由一个小小的分局齁来做主管机关，这个真的是层次太小了齁啊。其实以这个集会游行来看齁，像我们现在在看的，我们都认为说，如果是全国性的，他可能是在台北这个地方，但是也有可能同一个集会游行，他是全国同步的，它是全国各县市都会指定一个地点，大家来集会游行，甚至也有像我刚刚讲的，如果今天它这个活动的地点，它不是只有那个像类似大甲妈祖，它有可能是台中市、彰化县，甚至云林县，甚至嘉义县市的时候，这么长的这个一个游行的队伍，我们今天不要说它是大甲妈祖绕境，如果是类似这样子的，跨了这么多县市的，那你的一个主管机关还是一个小小的分局齁，我觉得这样子是不对的齁，所以我也是赞成郑委员的提议齁，就是在中央的话由内政部齁，那当然如果是跨好几个县市，这个也是要由内政部来处理啦，那在地方的话就是由那个直辖市跟县市政府来做主管单位，谢谢。好，那个我们第一轮发言完，我们第二轮再发言了，先尊重第一轮还没有发言的委员。那个杨振武委员完的话，是我们吴委员。好，主席好，各位同仁，我大概简单的说明一下哈。其实就像刚才李委员所讲的，大家很讶异我们国民党的委员那一届态度哈。其实我是去配合咱民进党，态度拢无变啦。有，但是我看到有之前吼有咱民进党的委员嘛是有讲，伊讲目前集邮法只有德国采取报备制，人民集邮的自由应100%尊重，但也要评估社会治安等成本考量，不能让少数人的集邮影响大众权益。这叶宜津讲的呢，这叶宜津讲的啊，所以恁态度嘛是变来变去，但是不管啦吼，即马我是认为讲，无管吼态度变来变去吼，变个进步对，这是重点，所以我是认为讲吼。我们现在胸襟要更大一点，还政于民，我们直接来会读，我们直接来会读，有需要的你申请保护，有需要的你申请协助，其他的对这个管理全部放给百姓，这就是我们总部长说的，我们要更进步，进步进步再进步，这是本席的意见，谢谢。好，谢谢，好，来接下来吴其明委员。
主席我们各位同仁，针对我们集会游行法哈，本席的看法哈，跟咱的政委员哈拢是类似。尤其呢，我咱的各分局哈，因为业务勤务已经过重了，这头一点。第二点呢，因为咱的县市政府，尤其是地方，你一定要县市政府哈来统筹，包括路权的问题，包括协调的问题，唔是你分局有法当来解决。所以伫咧近来已经很吃紧啦。所以咱的警政署哈，这个业务都无过咱的警政署。啊，都由咱的县市政府，包括中央的由咱廉政部来统筹。好、啊，这是本席哦，跟咱的政委员哦、啊、类似的看法哦、啊，感谢。好，我们现在第二轮的发言，陈超明委员。第一个问题啊，我要请我们的陈署长，他们讲起来分局都没有这样能力处理以往的集会游行法，啊，您刚才作为哈。人不把你准定认同，你回去好好检讨。说我不能讲多了，他看不起你们所有分歧，只有县市政府有办法。好，我等一下再讲我第二个点。我有发觉时空转变了，以前的中正义分歧每次游行示威是倒霉者呢，好人割酒头，好人去了。你们现在又说义分歧是英雄，我现在不晓得你们这样很大的改变，从指骂他到爱护他也很快了。第三个，你说以前的是管理，现在是保障，我支持回到县市政府。我因为你们的票拿得高，你们保障人权就给县市政府去处理，我们都支持。啊，我也跟部长、王市长，你们警察人员建议买打架多少钱？家你提交来了，他们冲啥？好因和管政府去负责。好、哦，我是认为啊，哈、哦，就完全回归给县市政府去决定。啊，你们好好看，你们很伟大的立法改革者，警察是很，警察人很辛苦。每一次发生的游行示威，你们都喊警察打人。我记得我们的市长见过四人，每一次警示会议都警察打人，警察打人。你买惨吧，买坚持啊！你以前教我的时候，一定要那个核准制，现在你又同意报备制，我也觉得莫名其妙。人多你就退了，不然你说啊，社会一定会动荡不安。现在我发觉哈、啊，我们政府要有更进步的想法，全部把它废掉，不然到县市政府让他们决定，你署长比较没有关系，好不好？所以我们不。我们也不反对，要改在哪里都不反对。我们很支持把集会游行法把它废掉，大概都不带劲。那我再讲一个很实际的例子，大概麦克风调位。假设姚文智要选台北市长，我陈昌美要选台北市长，我不用去报备，我不用核准，我只要跟你讲，我游行示威天天这样冲来冲去，你们要怎么处理？两个都是政治人物啊。买公，我是讲实际的情形会发生啊，买打开请歌啦，哦，我是假设啦，我是假设啦，哈、哦，不是欢迎不欢迎，我把实力理出来，我假设给大家了解到。我跟陈昌明好朋友啦，所以我把那个等一下，麦克好、哦，我哥跟您讲讲几句，让他讲 完。你们骂张建庄半分钟，他说他选举演员网，那个在外面他的胡出去游行四月游行的十个月拿着。张庆忠落选，张庆忠不能当选十个月，今麦问那个乡耳机家吧，尽量把它废除掉，让我们学学你们的本领跟你们的技巧。啊，温习主张啊，全部照你们的意思来进行。我是点几个问题，啊，您去想啦，无让他请歌啦。谢谢啦，我询问一下啦，那应该拢询问恁官员，那我询问咱那个陈明伟，那个陈昌明伟，你讲得无清楚啦，因为你讲得无清楚，就是讲。你讲的讲拢总拢要甲废除，但是你迄个讲的内容拢咧生幼幼，那咧骂经政书，那咧骂囡啊！你那个想法是反对，可是你讲出来又说废除，这个争议要阐明后啊，不会大概误会，大概我咧创会议，你知不知道？好，再给我一次机会，可以吗？以前蒋叔是来拜托我们集会游行法，一定要申请制。不然台湾会乱。现在我看起来，他们还觉得说
你们的报备是可以。啊，你这拍心，你这弄些乱，你唔来讲。啊，唔是，还个录音啊，起码买是发现吼，你人家提的讲报备可以，可能你们以后不会领导抗争了啦。不会领导职位有想，所以以前他我白讲下子，因为这边做官的人，我去讲话吼，这些人。所以你但是我今天去啊，我昨天强调一态度转变了，对吧？哎，我态度转变，但是要务实。但是因为民进党这次的选票非常的高的时候，我觉得我们要遵从你们的民意，才会来，我们以后才有机会啊。好不好？好，我是这么讲啊，你卖讲，你卖讲啊，哈，不是把你讲讲完，等下去给麻烦呢。生悠悠啊！你是不是在是的啊？好，那个等一下啊，那个我们的法制局哦，苏研究员来表达一下意见。刚刚有委员要询问一下法制局，那没位置坐啊？来，坐在那个找一个位置好不好？这边说明就好了。那个你是坐在后面应该有位置嘛，对不对？来，那找一个位置来。啊，不然。主席，来啊，各委员，法制局这边两点说明，有关法制体力的作业哈，以目前我们查询的这个法制体力作业，大部分的一个规定，主管机关都是以中央在部会，然后地方在县市政府，这个是大部分的体力。那以目前这样的体力是比较特殊的，这第一点说明。第二点，有关还是有一些法令，它不一定要指定主管机关的，比如《海关缉私条例》，它本身就没有所谓的主管机关，它就只有一个各执行机关。还有一个是《交通道路管理处罚条例》，它的规范也没有所谓的主管机关，由各个负责的部分去做执行。那以上两点就是立法体力大概没有一定的是怎样的一个规范。那我们法制局有关这一部分也有做一个评估报告。那我们的主张是比较倾向于尊重地方自治的这个规范。那地方自治规范比较多数的规定是由地方政府来做主管机关。以上我们说明如下，谢谢。好，那个来，那个库纳斯委员来，那个完，等一下我们请那个署长说明一下。那我先讲一下，是支持这个郑丽君委员的版本哈，因为其实我从人权的角度来看，联合国的人权委员会还有联合国的人权调查员哈，特别调查员其实都有特别的提到，任何的人民的集会游行，只要是由向警察来申请，或是警察来禁止，甚至警察解除任何的集会游行行为，其实都是违反这个联合国的所定义的基本的人权。所以其实傅毅刚才哦，其实我们的委员的讲法，其实他不应该再由警察机关来作为这个核准或者是来管理管制的机关的。好，傅毅这个。大家的意见。好，那个署长来，跟各位委员报告，就是因为我们警察在执行这项工作已经行之有年了，我们也是职责所在，所以一定要提出来报告，不是坚持什么，因为立法本身就是委员的决定嘛，哈。那刚陈昌明讲，委员提到就是说我改变，我没有改变，因为这民国97年的版本，行政院的版本呢、啊。民国97年一直送到立法院的版本就是报备制，啊，就是因为没有修法过，所以还是许可制。谁反对？不清楚，因为就是没有通过。对对对，就是97年行政院的版本提出来，就是从许可制改成报备制，啊，改成报备制。那么，对对对，那这边提到刚刚讲的是我举例举韩国举德国，其实，美国它是事先登记许可。日本也是许可制，那么韩国是报备制，葡萄牙是许可制，德国是报备制，都有了哈。这些国家里面有，就是有报备，登记，对，登记制，对。所以这些国家的体力都不太一样了哈，体力不太一样。那我们就是职责所在，因为我们要负责这个整个秩序的维护，保障这个宪法第23条，人民集会接受的自由，游行。那所以我们要一定要把这个工作做好，
工作坊说一定要提出来我们实务工作上的问题，所以要做这样说明。那刚刚提到，因为警察是在执行这项工作，警察人民要集会游行，他会先知道，我们会收集很多的情报，有很多人跟我们反映，我们知道以后就开始要就看路线怎么样，地点怎么样，然后开始要去有时候要沟通协调，所以大部分的事交给地方政府还是警察要来做来这件事的哈。那我们倒因为如果认为是有警察国家的考虑，那我们也没有意见。那在日本，像日本也有，日本它是比如说像京都市，它有集会游行的一相关条例。美国华盛顿哥伦比亚地区，它也是啊，它也是经过许可之后，他们警察来做维护的这些动作。所以我只是这样的想法而已啊。但是刚才提到就是要尊重地方制度，因为地制法里面规定这些权责是地方政府，是地方政府。所以如果是内政部跟地方政府有意见相左，那就恐怕会是不是可以就是把主管机关写到地方政府，地方政府啊，是不？那地方政府到最后还是要找警察来做，因为他协调这些事情呢。好，那个陈昌明委员来。马建委员，一寡功夫哪会用的？来，那个陈市长，来，署长，人家委员都讲你分局没有那种能力，你不要说你为了社会道德你怎样的话，你就不要去承担，就给县市政府，好不好？别去打家劫地啊！啊，第二个哈，恁迄阵啊，伫甲我讲吼，较早。恁就讲往报备制诶，但是我跟你接触了以后，都说一定要申请核备制，不是报备制的。好、哦、啊，这两点差异哪还大滴呀？好、哦、啊，跟那句啦，我是完全支持啊，给县市政府。另外，因为你们执政的县市比较多，但是一个条件，如果要给县市政府集会游行法，一定要核备制。啊！你太讲，啊！不是何必报备处，报备处安尼俩，我可以给你报备，我要去游行示威。你任何的市政府跟县政府就一定要同意哦。哦，报备处到县市政府没有反对的道理在，啊，你不要担那么大的责任，你以后就用救人英雄，不要是打人的狗熊，好不好？市长，我去就听小丁刚才讲完了啊。这个各位委员同仁哈，我大概听完大家的意见了哈。包括法制局还有部分党派的意见，大家对这个郑丽君委员的版本大概大家是比较有共识的啦、哦、看起来是这样、哦、那这个法令的解释机关、哦、还是要由内政部来处理的、哦、所以中央还是来内政部还是要放在里面的。那另外就是说，因为这个其实为什么是地方要由直辖市政府来处理？因为游行集会游行的保障，它不是只有警察机关的职责啦，它还有一些路权的机关，还有一些相关的，就这个陈超明讲要救人、哦、那救人警察机关要救人，当然是这个当然有啦，但是还是需要其他机关配合，这个开玩笑啦，但这个还是要有一些相关的一个县市政府的一个、哦、假如我们观念上做一些改变的话，还是要有相关的这个除了啊这个警察机关分局之外啊，这个还有其他的这个处理啊，所以啊、我是建议还是按照我们郑丽君委员的版本通过了啊，先暂时这样通过啊，假如等一下我们再后续的条文，假如有要意见修正，我们再回来，好不好？来那个次长，主席，各位委员，是这样子的哈，刚刚我们现在政务官好像很快就要离职了，所以这个立场有点尴尬。不过针对这个案子哈，其实原则上哈，我们的这个法令哈，它应该是要有一个这个法令的一个主管机关呐。对了，这个法令的主管机关原则上都是部会的哈，然后在地方是县市政府，因为这个会牵涉到说这个行政处分的执行是由谁来执行。那很显然的，如果你在县市政府或者是在这个内政部的话，那真正要去执行的，它是透过
行政规则或者是所谓的施行条施行的这个细则或者是其他的这个办法来界定啊。那如果是施行细则的话，原则上啊，它也是法令的一个部分，也是要公告的。所以啊，以这个法令的这个主管机关的话，在部会跟地方政府，这个是大部分的法律都是这样子。那如果是要这样的话，譬如说第四条、第五条等等，这个主管机关应向主管机关报备，这个就要变成要应向主管机关所指定的，或者是说这些话要另外有一个，就是说这些执行的那个是另外还在细则，还有主管机关来订，要有类似的这种条文才可以。因为内政部不可能说你来申请你要集会游行由内政部来给你核准，他一定是会在行政上会委托也好，或者是其他的这个施行细则来定，就是说是由县市政府的什么机构来做那所以原则上哈，内政部应该是法令的主管机关，你将来要函释要解释这个法令的话，原则上的话还是要内政部来。那个精神，那个这个不管是保障或者是以前的登记，那个精神的掌握应该是在内政部，而不是在这个地方的这个警察局啦我想他们应该只是执行的。我想这个大概是可以。那如果是能够有配套是这样来做的话，我想我们警政署应该也是会比较清楚是应该是要有会有将来会有一个授权，或者是另外的施行细则的。我想我简单的跟各位补充说明这样。好。好，谢谢这个次长的说明。那我们第三条就按照这个郑丽君委员的版本通过。那其他有一些授权或者是委托的这个事项，我们在后续后续再来调次的时候，我们再来做修正。第四条第三条了抱歉，第三条就按照郑丽君委员的版本通过。第四条，来第四条原条文是不得主张共产主义或分裂国土这个行政院版本也删除嘛郑丽君版本删除，陈廷威他用这个他的文字修正成主张与宣扬特定理念或诉求，苏之芬委员版本删除。我看这个大家的意见都删除比较多，我们就把它删除掉了好不好？把原来现行的不得主张共产主义分裂国土，我把它删除了好，第五条，第四条，等一下，大家给我得细条。没有，这个是行政。好，现行法的第八条就是。这个申请许可那跟这个许可制跟报备志愿报备制这个来，这个要不要大家讨论一下？来，这一条就是许可制报备制从现行条文第八条开始，大家会有不同的规定，来，大家表达一下意见好不好？来，那个杨委员，主席啊，我觉得要发言的话举手一下，我登记一下。主席，我觉得我们今天这个讨论既然叫保障那保障是出自于这个申请人的需求了，出自于申请人的需求以及对其他相关权益人的一个保障。那我是赞成那个郑委员的版本，就是我们就不要再用什么核可啦，什么加价码环啦，就采用报备，然后有需要的自行提出报备的需求。没有需要的就直接就去集会游行了我是觉得我们就直接采用更开放的态度来处理这个案子，就直接采自愿报备这是我的意见。还有没有什么意见？来，李俊毅委员。我是对行政院版本里面有一个提到偶发性集会游行对这个的定义是不是能够先说明一下？好，这个来我们警政署来说明一下来。委员报告就是大法官会议解释的定义的他认为说，偶发性集会游行是指特殊原因未经召集而自发聚集，
且事实上没有发起人也没有负责人的机会游行。所以我要问的问题就是这个，那你们规定这个的目的在什么？他如果是偶发性，他就没有报备，就这样而已啊。他就是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不在此限，表示说他不需要报备。来，郑丽君委员。我们现在第四条，我们这个原来是其实是许可制嘛，对不对？就是。你们院版现在是报备哈、哦，那我是主张说明一下现行条文许可制、啊，现行条文是许可制，行政院的修正版本是报备制嘛哈、哦？那但是我在这边把原条文许可制删除，那我的版本是在第七条哈、哦，就是第七条你们本来是也就是你们原条文的第九条啦哈、哦，你们规定是报备书里面该有什么什么什么项目哈、哦，那我这边是把它。以这一条来把它修成集会游行得由负责人于48小时前以口头或书面方式向主管机关报备请求协助与保护啊，但因情势紧急无法事先报备，那么在主管机关应予提出报备后予以必要的协助与保护，也就是说这边是自愿报备制，自愿报备制，那跟你们在第四条所修成的报备制基本上第四条，现在我们警政署提出院版的这个版本哦，它比较是强制报备制啦。好，就应依本法规定向主管机关报备。好，那所以它还是有很强制的这个情形在啦哈。那除了排除一些项目以外，好，所以这些精神有强弱的差别啦。所以我的版本是主张说第八条许可制是要删，我想这个大家有共识了。但是接下来就是会涉及院版是在第四条是强制报备，那我的版本是第七条是自愿报备。那自愿报备的概念是说他还是会希望来跟你报备，可是报备目的是要请求协助跟保护。那尤其我们现在主管机关是地方政府，他可以协调警察局以及其他单位来予以这个比较完整的一个协助跟保护，所以这个精神上是有不一致，那就提请委员来讨论。这个我程序上我做一个说明了哈，这样大家可能讨论会比较聚焦，也比较速度会比较快一点哈。这个简单讲了哈，我们现在把这个原来的许可制哈，那现在的争点是说行政院的版本是改为强制报备制。好、哦，它涉及的条文是第四、第八、第九条。好、哦，那罚则是在25条。那郑丽君委员的版本是自愿报备制。好、哦，那它的条文是在郑丽君委员的第七条。好、哦，所以我们现在处理的部分，好、哦，我跟我们委员会做个说明，就是处理行政院版本的四、八、九跟第25条。好、哦，郑丽君委员的第七条。好、哦。那这个大家从这几个条文我们一次来做处理，这样会比较简单啦、啊、就是说到底是强制或自愿报备制，这个大家表达一下意见，那我们在最后我们再来一起处理。那个杨委员要说明吗？来，各位委员还有什么意见？来，那个钟委员。针对刚特别我这边是支持用报备制啊，哈啊，另外，对这一部分我也想请教教育署长哈，我们对于包括法令的规定的举行啊，我用劳工的身份或者用工会啊，依照劳资争议处理法，如果规定进行争议行为了哈啊，比如说他的会员可能有好几千名啊，可能在室外广场啊设置罢工的一个投票。那经过投票通过，在公司外围设置罢工的一个纠察线，这个还要用报备吗？啊，另外一个就是法令的规定，包括人民啊，依照请愿法，如果他依照请愿法的集体请愿，那现行的做法啊，是否需要向分局、分局、警察分局啊来申请啊？不管是报备啊，另外一个，如果我透过啊路跑。啊，跟政治来做结合的话，啊，它是属于报备制呢，还是说不用报备？哈、啊，我大概
这边啊，我是主张啊，原条文啊之前的一个许可啊，包括第八条的部分啊，我是主张是删除啊，我真啊是希望能够回归到郑丽君的一个版本哈、啊。以上说。好，那个警政署呢？警政署要不要说明一下？我们警政署的意见是，因为我们检察机关在事前对活动的状况啊，如果毫无所悉，那就没有办法及时发挥这个保护保障的这个功能了哈。如果都不清楚，突然就是没有报备，我们在执行勤务的规划、情报的收集，然后甚至于我们会去做沟通协调，那这个功能就没有了，反而失去保障的意义。所以我们认为说是还是需要来报备，那我们才能够做好保障跟保护的，不管交通不管安全维护的这项哈。那还有就是有一些团体如果相互有竞合啊，那有一些重要的成抗场所啊，比如说像凯道还有一些固定的场所，那有些比较大的团体他可能就是会长期使用，有一些比较弱势团体就用不到这场所哈。那、啊、有一些是，比如说有一些城抗是突袭式的，啊，我们要去部署警力，我们没有办法在很短的时间里面去处理这件事，啊，而且像那个像台北市申请路权，它是三天之前到三十天之内，啊，那因为有很多的像路跑，刚刚强调路跑不必申请集会，不必报备集会游行的。但它是体育活动，它是体育活动哈。像如果有像路跑或有一些活动，如果相互竞合啊，那个因为比如说他们有申请路权路跑，我们机会又来了，就是我们没有办法保护。所以有一些场所，我们是需要说我们事先有能够了解，我们才好做相关的这些规划，还有疏导。像有一些公车要改道啊。等等，这些措施要预先公告等等，所以我们希望还是希望能够掌握这些信息啊，才有办法来真正做到保障跟保护的目的哈。这是我们的这个意见，这是我们的意见哈。好，来次长来。主席关于这一条哈，我们有几个意见啊。刚刚我补充一下我们署长的意见哈。整个观念上来讲哈，要改成报备制，其实不管是自愿报备或者是强制报备啊，请委员哈能够把那个焦点放在，就是说，其实行政机关提出这个修正啊，其实是希望从以前的所谓的这个许可来管制的这个概念啊把它改成就是说要来保障这个宪法里面的这个人民的集会自由。那警政署所提出来或行政机关所提出来比较是偏向于说他们要来协助这些集会游行或来这个保障人民集会游行的这些自由的权利他们怎么样做是比较方便的啦。我想这个第一点要跟委员来做报告所以就是说不管是强制的这个报备或者是可以自己决定要不要报备齁，那这个我想我们没有既定的这个立场，但是呢你这两个不一样的话，是不是它的效果要有一些不一样？因为你如果大家我们现在的国情都会认为说，你政府最好不要来管我，但是我被骗的时候或我怎么样的时候，他就是会找政府所以是说你自愿的话，那你是不是所享受政府给你的服务是不是约略就要不一样你就不能在某种程度上你就不能再一次来怪政府那这个如果能够很清楚在法令里面去规定的话，我就觉得说这个并没有什么不可以。第二个关于这个条文，我们刚才已经讲说主管机关是在中央是这个内政部，在地方是地方政府的话，那我们的这个第一项第二行应依本法规定向地方主管机关来报备，因为实际上执行的话，这些集会游行全部都会是在地方政府的那个所以这个文字上我们做样的这个建议，我想这两点提供给委员来做参考。谢谢，我们
还是继续交换意见了哈，那让大家委员一起做决定了哈。因为我的版本的精神自愿报备，就是说他是有诱因让他去报备，因为他去报备，地方政府可以协调各单位协助他，而是基于他的需要。因为他如果活动这个规模很大，人数很多，然后他需要用到道路啊一定的空间，那他会希望有维护交通啊，那么他也担心说啊，是不是我在集会游行过程有其他人士来这个扰乱我或伤害我，所以他基于这样的需求，他就跟你报备啊。那所以我们在整个法的这个规范，就要把这个其他行政单位有这样的责任，把它条文具体化，就会有一个很大的诱因让他去报备。但是这是一个自愿制，那如果说他自己觉得他规模很小，也许他就是几个人在人行道哈，然后这个拿个布条喊一喊哈，那他觉得他无需要去协助请求政府的协助，那他就不报备。那但是呢，刚刚在报这个院版是说，希望他都要来报备让掌握情况，万一发生什么情况。那如果说真的发生任何情况，比如说携带武器、刀械，或者说发生了这个公共危险有疑虑的情况，或者是伤害等等，其实我们警政机关还是有其他法律可以依法来这个前往跟处理啊。我们现在目前所有发生这个危害公共安全的事项，都不是在报备跟不报备的问题，就是说你警政本来就都掌握了我们整个这个大家生活周遭的这样的一个状况，所以我想并不会导致说没有自愿报备就不大家的安全就完全会失去这个警政的协助啦。我觉得这个没有，因为本来其他法律就会有。那至于说协调的问题，其实都是配套的。我的版本在同样第八条也是有。配套就同一时间处所路线有两人以上提出不同集会游行的报备，那其实主管机关就可以来予以协调。那当然不来报备，他就没有享受到保障嘛。所以来报备者，他就会享受你的保障啊，他就有这样的一个这个保障相关的服务嘛。那没有报备他就没有，所以当然是以报备为主来保护他。好，但他如果都有报备，发生了冲突，那还是可以协调。好，所以这个其实都是。配套的啦哈，所以还是建议一起处理。那另外是25条是罚款，本席就没有罚款了，因为没有所谓我们不是强制的报备，就不需要有罚款哈。好，以上说明，谢谢。好，来那个杨委员，主席哦，我是要表达，署长啊，你那个观念不够与时俱进的，你还是存在那种威权的心态，想要事先掌控。你的观念不对了，你那个，你就是想要事先掌控。我跟你讲，你要有两个进步的观念。第一个，你们的情收，你们的事先的状况模拟，事先的状况掌握要进步，技巧要进步。对于突发状况，现场的应变要进步，这是第一个，你自己要进步的。第二个，你要相信台湾的百姓是进步的，台湾的百姓现在上街头都不乱的。伊有需要，伊就叫你补充。所以，书记嘛。你要与时俱进啦，不要再用过去那种观念来看现在，要用开放的心态，就让他自愿去核备就好了。他觉得他需要你保障的时候，你再出来，抢着当坏人，你真正讲臭屁。好好想一下，好，谢谢。接下来李俊毅委员。我想那个司法院大法官4至445号哈，跟734号都讲得非常清楚哈。所谓集会游行是国家为了保障人民集会之自由哈，提供适当的场所并保护集会游行之安全哈。所以重点在你有申请才有保障嘛，这个观念非常清楚。那如果他不申请，当然不受这个保障，这个非常清楚。我现在比较担心的是，如果同时有所谓竞合的问题，就是同时有两个不同的团体在同一个地点活动。或是两个不同的团体啊，它的地点哈，它的游行路线或是它的地点会重复到的时候，这个部分怎么处理？这个才是真正要解决的问题嘛。因为你其他如果有犯罪行为，比如说这个有携带不应该携带的东西，或是有违反这个社会秩序维护法，那本来就有法规可以处理。那现在重要的是说。这个如果有这个所谓竞合的问题，你们到底要怎么处理？这个才是真正规范的重点。因为过去的例子会有一个现象，就是说，如果特别这个严重的是特别在紧急性的问题，哈，比如说我随便举例了哈，比如说美猪的问题，那大家提出抗议，那有人就开始集会游行，那
另一个团体又要反制，他也不报备，他也处理。那这个部分你们警政署才是应该针对这个部分来规范，而不是说在这个要不要保障啊强制报备这样来规范。所以我们比较希望听到是这个部分的相关配套你们是怎么样处理。这个哈，我顺便提一个问题啦，那个庄瑞雄委员应该很清楚了哈。这个还有我们的行政署也会很清楚，就是说我们现在大家一般在室外啦哈，游行啦、聚会啦，哈，我有两关要去处理啦，一关是你要入权，啊，那拿到入权以后才跟警察机关申请许可嘛，啊，所以这个。路权在核发是在地方政府嘛，哦，所以理论上，假如是室外的这个聚会啊，它并不会发生说这个大家会有这个协商啊，或者是再进行处理的问题嘛，应该不会嘛。你打不起哪公，譬如讲一尊这里啊，民进党台北市党部办活动。那他已经拿到路权，他就不会再准许国民党再去那边办活动嘛，对不对？应该我的理解是应该是这样嘛，啊，除非说是偶发性啦，或者是说其他像说是体育活动啊，那也不可能说体育活动还是有路权的问题啊，你要办路跑还是有路权的问题啊，所以路权只要一经直辖地方政府。这个，比如说直辖市政府核定之后，就不会有竞合的问题啊，这是不是这样？啊，庄大委员，怎么讲呢？啊，郑委员，你们的当时的这个条文是不是大家就这个部分讨论，把它讨论清楚，就比较不会有看有一些什么状况，我们可以在这里修法的时候一并来做讨论呢、啊？来，那个还有谁要表达意见？啊，庄委员，你来给他看。想一下啦，齁，这里想一下，来。我想要请教一下那个主管机关，齁，就是内政部或是那个警政署，就当我们现在就如果改成报备制，然后又是说自由报备的话，那还需要申请路权，还是说路权不管是不是报备，是不是自由报备，都一定要非申请路权不可？因为现在刚刚讲的是说当必须要一定，因为你在室外活动一定要申请路权嘛。那如果说一定从路权那里就可以控制的话，那当然就是我要自由报备，不自由报就可以才自由报备。那如果是自由报备的话，不一定要申请路权，反正我要去做就做的时候，那这里面就会有刚刚所讲说会不会有冲突的问题？嘿，就路权跟那个报备有没有关联？嘿。现在的实务哈，就是说他通常他是要跟两单位去申请，他先申请路权，哦，他想要掌握路权，然后之后跟警察机关申请许可，限制是这样。那路权是规定在地方自治事项吧？好，然后许可是根据集邮法嘛，现状是这样。那我的版本的想法是，路权那个部分就不是我们这个法可以处理，因为那个是地方自治事项，所以他还是得去申请。路权啊，但是我们如果更积极的话，是说他如果跟我们来报备，事实上如果是主管机关是地方政府，地方政府是可以去协调路权的、啊，所以这样就一体化。我觉得这个我们是可以讨论的、啊、哈，可以讨论说怎么样让它更完整哈。那但是不管是说他先申请路权，或者说他来报备以后，地方政府协调路权，都比较不会存在我们。院版所想的就是说，他申请完路权之后，还要一定来强制报备。即使说依照他现在申请路权，他已经去申请路权完了，他跟你报备的目的就是希望你来保护他、协助他，所以就看他要不要报备啊。所以他没有必然一定要存在说要有路权，说一定要强制报备，这两者是分开的啊。如果我们要合在一起，应该是说你来跟我自愿报备，我帮你协调路权，我觉得这个方向反而是可以的啦。好，所以回过头来讲说，我是认为没有存在说，因为他要涉及路权，所以一定要强制报备。因为他有了路权，他要不要你协助，是他决定要不要跟你报备的一个必要性。所以他申请路权，他想跟你报备，他就是来跟你报备，请你协助。他申请路权，他不用报备，就表示他不需要你协助。但如果发生现场发生任何重大违反公共安全，或者说其他需要警察之权介入，本来就有其他法律可以介入。好，我是这样思考，谢谢。
你的意思是说，假如这个路权还是要有，有路权，有一个有路权。那第几条？来看一下。来，李队，来，那个雅芬来一下，雅芬。好，那个我利用这个时间、跟各位说明一下几个状况了、就是说我们的那个路权、应该是在地方政府里面的相关的行政管理的规则里面有相关的规定啊。啊，你等一下，来来来。抱歉，因为我刚这个补充一个资讯，就是说，我的版本里面本来没有处理路权哈，或者其他场地的使用。那我的有再提出一个修正动议，就第四条第二项啊。那么增订就是依法报备举行之集会游行，主管机关应协助取得场地使用了。所以也就是说，这两套我是觉得说，这是我后来再提的修正动议，但是我就原版本或后来再提的修正动议，就让委员来判断。啊，我想我们这个是可以讨论的。原来是没有处理路权，就自己还要去这个申请路权。但我们也可以进一步考量说，如果我们主管机关是地方政府，是不是他就一体协调？啊，譬如说他可以发公函去进行说协助他取得场地使用，或是让他去申请，但是我们可以有行政规则去知会啊其他主管机关，让他在申请的时候就知道他这个是已经经过他报备了。所以地方政府事实上不需要在其他的项目底上面去又产生了许可制，变相许可制的存在。好，谢谢。因为这里哈，其实这里就牵涉到我们刚刚在讲说那个主管机关为什么要把它回到中央是内政部，地方是这个县市政府。因为我们就是说它其实是必须要整个一个沟通协调嘛，包括路权，包括这个整个交通的路线，包括说整个环境的维护，包括这秩序的就是危害的排除。所以在这里就会变成是说那个路权的申请，它其实应该是涵盖在这整个一个主管机关的范围，而不是好像现在是把它变成路权是另外划出来。所以如果路权划出来，它变成在地方政府的话，其实它还是可以用路权来管制你的，不让你申请嘛。就是对对，我们现在看到就是说，实际上你去申请路权，就申请了老半天都申请不到。那所以在这里这个部分，是不是应该是要整体的一个整体的去看？那个庄委员，那边呢？
我来简单举一个实例啊。陈玉林来的时阵吼，迄、那个云山饭店头前要是上坡道、下坡道，我一直甲清，我全部拢甲清落来，起码交料去啊。啊，那你现当初其实路权跟许可这个搭配在做思考啦，有落款料，爱个建材机关来核准呢、啊。可是你现在说把你核准拿掉了，变成报备了，这确实是一个，也是一个从宪法保障集会游行的观念，这是一个观念上的导正过来。我看行政部门也没意见呐、啊，行政部门你当初行政部门开出来案嘛，是要报备嘛，这个部分大家都没问题。可是变成之后，这个路权的部分要去做一个思考了。我大概你若拄到较重大诶，啊，你讲你卖讲是啥物咧造势啊、选举啊，吼，有时啊嘛有就有可能是一些市集有诶无，迄嘛拢牵涉到路权诶问题啊。行政部门要卡你很快啊，要卡你很快啊。我叫友好团体来，啊，你啊办一个迄落，办一个卖农产品一个，哦，啊是要办一个啥物跳舞诶一个，所以这个。整个改为报备制以后，路权的部分没有去做一并的思考，似乎是不是您警察机关家有没有什么看法？您别您别再跟他讲开明开明开明啊，相关的东西呢？相关的东西呢？这个都是讨论呐，法治让它完备啦。我们前提我相信大家都愿意让整个集会游行。更合乎宪法的一个保障的意志啊，可是这些技术性的东西，我们如果没有去做一并的思考的话，那是不是会有不够完备的地方？啊，无即你一个请，你落款我一个请，我嘛摊到请六天呢。我若全部拢请落来，恁其他的人要来游行，你嘛无法多来呢。真正的突发性的可能。会这种事情会比较少，那就算是突发性的，有人要集会游行，因为突发我知影一个讯息，了靠边干嘛人，我嘛有迄个敏感度，我嘛会让谁来将重要的所在全部拢总甲清落呀，我不正经叫叫安尼尔，所以这个反而又跟我们为了保障整个集会游行，来对整个法治来做翻修，是不是也有思考不足的地方？这个请各位委员也可以做一并的考量啦，这是较早咧办一寡集会游行，定定拄到的问题，就是拢落款嘛，大家拢小唱嘛。啊，你处长你要甲我唱，我唱我都落去，我都伫台北市政府排队啊。我排排，我六天拢该唱落来。你要报备，你不甲鬼报备？你报备拢报备着我的所在，我也不要你。我要去，不过要去唔去的，我的问题啊。那所以你看到最后每一次。我记得我以前申请好多海盗，安那拢安那签都签无，拢根本拢硬签去，啊，叫伊签伊讲拢袂来。啊，同样的、啊，换人执政以后也有这个情况啊。那、搞不好会有好执政团体的，啊，全部都弄起来了，全部都该罗管拢全部拢该签签落来，啊，冇这个问题，所以打个舒克者啊。你觉得这样子对整个的申请，你们表示意见吗？已经慢慢改用，等于是公务局了哈。已经慢慢改用，跟内政部去。那个等一下，那个议事人员哈，你把台北市申请使用道路集会要点这个条文哈，这个印给所有的委员参考一下，地方政府的有关路权的部分，好不好？那个干部叫申请啦。八天前啦，干部叫，对，看上先去请嘛，伊啊，另外甲你限制啦，像庄瑞雄咧讲来讲，宜山伊就甲你感觉讲，你宜山饭店嘿，上近袂使嘛，伊甲你话较远咧，不爱准你嘛，这嘛是地方政府嘛，你个申请上坡道，伊就甲你申请下坡道，啊，你请无到了，也会讲，啊，你这段该核准了，两个恁会冤家，所以拢不予核准。对啦，技术上都可以干扰啊。
来，阿丽。那这个路权机关呢？哦，这里无啦，这里是啥？哦，这里是要申请路权的嘛？本来伊迄个要点呢？来，庄瑞雄，这给你，这你较清楚。这个等一下，台北市的提供给各位参考。我看各县市都差不多了哈。来来来，运给大家一下。
利用这个时间哈，问一下那个警政署哈，那个我们实务上呢哈，这几年的这个游行呢，哈，那假如他有取得路权，啊，那我们说警察机关驳回许可的这个案件，总共大概有几件？以台北市为例的，那大概是什么情况驳回他的许可？已经拿到路权的。哦，就否决的这个这几个案件的理由到底是什么？无接安全啊，还是王卓君弄嘛呢？你问我了这样。哦，不，阿姨已经给了路权啊。路权。来来，就请他说明一下嘛，嘿。这部分没有做统计，但是在像104年的整个集会游行申准的案件3695件，不准的只有9件。所以核准率大概达到99.76%。没有拿到路权的理由还是？第一个是没有路权，第二个是可能竞合冲突了，场地冲突。无啦，伊迄吼，警察局也去不爱准哦，当初不爱准的，伊其他的所在伊也袂改唔准呐，会袂准的所在他拢开刀啦。哦，阿伯的他重大碰大比较重大争议的啦，这个可以理解啦，这个可以理解啦。但问题就是讲，常常哦，真正需要去保障的哈、哦，反而就是这一些被认为有争议的时候，那嘛是为家来啊，阿不你跟他一样假发修言。那至于说刚召集人说那个，请我们议事人员所印的这一些啊。这有几个地方啊，我觉得警政署家你马上严肃一看待了哈。你小杜啊，咱后委婉了呢，讲的讲，拢安尼乐观其成，甚至于整部都废掉。可是讲出来那个见解都有点负气的，那酸书啊、书斋林啊、安乱，这个不好啦。你像譬如说，我不晓得各个县市政府它的规定有没有一样，可是你像。如果我们今天这个法令通过以后，你看台北市他的申请道路集会的，他是用要点哦。那第一个大家去思考，他是用要点，要点里面所内容所提到的，他反而都是在限缩整个集会游行哦。你注意看的，譬如说他提到申请人在使用道路集会前8天呢，哈，也经备岗，你得要去提出申请，我要去提出申请，然后去缴钱，去缴钱以后，那甚至于最常碰到的就是说，人民或机关团体申请使用道路，同一个路段、同一个时间，哦，2个以上的申请同时申请。哦啊，排顺新工处，台北市新工处收件时间的次序，我、哦、这有跟你讲出来。但是呢，他后面他跟你讲说，第六那个要点第六条跟你讲说，有下列情况之一者，新工处得以驳回申请。他认为啊，如果他认为该道路不宜办理集会者，我这回忆啊，你认不认？这真多呢。其实反而在这个地方啊，他发挥的审查，他的审查权限呢、啊，你比警察机关还要大，还要大。两个概念呢、啊，第一个要点凌驾法律，第二个你没有配合去做一个修正，哪怕刚我们讲的说把整个权限交给地方政府，那地方政府就用这样的一个要点。就把原来该赋予宪法保障民众集会游行的权利，就全部把你给啊剥夺掉了。所以这个部分是不是啊？应该做一并的一个思考啊。所以啊，其实我有一个想法，我最近感受到我们警察机关呢、啊，其实你心里头是。强烈的不认同这一部法令来做游说的部分呢，也一直希望说不要去通过，也许用心良苦，
也许用心良苦。警察的养成教育里面呢、啊，对保护整个社会安全这个部分，我相信是成功的，也可以去肯定的。但是整个法治的一个变革，就是因为存在着整个观念的一个翻新，这个部分我们警政署这边呢还没有准备好，所以心里头只是一昧的一个抗拒。在委员会当然你们不方便讲，把真正的想法给讲出来，所以会产生一个结果，相关的法令的有所憨葛的地方，你法令要去做修改，可是其他部分是不是该一并去做思考的地方，完全没有去准备，这不好哎。一个法令的修改，那这个法令的一个修改，本法如果通过，可能是一个划时代意义，也有人认为是以后永无宁日。警政署现在的想法，我看很大部分就认为说，这个集会游行法如果修改通过的话，永无宁日啊！你们很多人抱持这样的一个想法，所以就是因为这样的一个想法，所以相关的你该拿出来讨论的，我如果讲难听一点，这个叫摆烂了。哎，那唔好呢，我就是喜欢，那你唔好呢，所以。简单的这样讲啦、啊、大家其实可以再思考一下啦，让他去完备啦，让他去完备啦，有想到可以出来讲啦、哦、在文会里面大家可以做充分的一个讨论啦，但是呢宪法保障的人民集会游行这个权利，那真的是要摆在上位啦，其他的技术性的我们一并来跟他做一个克服，你有担心的，你们就拿出来讲嘛。一直要听到恁听到今麦咧讲，就很明显知道你们其实是抗拒的。可是你要具体的说明嘛，你都拿出来讲嘛，有什么关系？谢谢主席啊，我再说明一下我的版本的一个设计了啊。我版本的设计在第四条的部分啊，就是第二项好，第四条，对于集会游行，任何人不得以强暴、胁迫或其他非法方式予以妨害哈。那第二项，依法报备举行之集会游行啊，这个我的修正动议啊，就是要在第二项依法报备举行之集会游行，主管机关应协助取得场地使用，派员协助维持交通秩序，并保护集会游行的进行哈。那免于遭受强暴、胁迫或其他非法方法之妨害，也就是说他来跟你报备，那报备之后主管机关因为是地方政府，那么他可以召集相关单位来协助他取得场地使用，那看是不是要派员维持交通秩序，维护他安全哈。所以路权可能就在这个协调的事项之内哈。好，那刚刚有提到说，那是不是可能这个路权使用跟其他单位譬如说路跑等等哈活动来冲突啦哈。所以我的第八条里面啊就规范说，同一时间处所路线有两人以上提出不同集会游行之报备者，主管机关应邀请负责人进行活动时间、地点、路线的协调。那协调不成呢，有两种做法，一种呢，就我们的做法是可以设置安全隔离区域啊，设置安全隔离区域啊，然后由负责人让抽签来决定他们使用的空间范围，也就是说先协调啦，协调不成抽签啦、啊、当然这个都可以再调整，我想各委员可以或许可以提出更完善的一个处理的一个 SOP 的想法啊。但是回到一个概念，就是说刚刚庄委员已经非常清楚的厘清了，我们现在路权的申请已经变成一个许可的，这个其实就是一个许可制了啊，那在路权申请就直接来进行可能介入审查了哈。那所以我们现在修集游法恐怕连这个现行配套的包括路权以及包括这个保证金还有罚款，我们建议要一起来考量，然后采取这个精神一致的配套的一个设计。谢谢。
我一直很担心的，因为把这个权限交给我们的县市政府以后，所以我强调了一点，如果真的要把集会优先法改为报备制的话，目前县市政府为了保障人民的权利，他没有资格去阻挡，一定要无条件给他通过了，只要在时间不冲突的许可之下。而这个事号表面是正义，其实是用这个条款来卡制所有百姓的集会优先法。肝胆共，你说用来入权核准不核准，已经交给县市政府了，县市政府会依照这个核准不核准来阻碍、来阻挡民众的集行游会的一种权利在，这点一定要注意。唔能讲啊，好听啊！其实里面设了条款，所以我讲真的，你们也不敢放啊，讲啊大声丢啊！所以你用这条来卡，等于是一个变相的限制，跟这个你们原来提出的法案的精神完全是违背的。我支持陈委员的刚才的论点，因为其实从刚才一直到现在，我们看了很多，也听了很多，甚至又把责任又推到我们内政部跟警政署，我觉得这不公平。所以基础上来讲，我还是反对用这样子的方法修法，因为如果是这样的方法修法的话，限制的比原来的还要更多。好，那个各位委员还有没有什么意见？我不同意说到地方政府去申请，不同意嘛？哈，这样的做法。哎，那、啊、其他委员呢？来，郑丽君委员的版本。哎呦，对，不好意思，在这边其实我们有几个问题想要回归原点，就是探讨一下啦。第一个问题就是说，如果双方都不报备的话，哦，那地点都一样，立场又不一样的话，那到时候出了问题是要怎么办？譬如说举例来说，以后一个譬如说假设今天中瑞雄他是挺美猪，挺美猪的，然后我们是反美猪的，那到时候大家报备的地点都是一样，可是立场不一样，那到时候发生了冲突，那到底这个部分出了问题要怎么办呢？然后第二个部分呢、啊？如果一方面有申请，另一方一方有申请，一方没申请，然后地点也是一样的，那到时候警察机关要怎么做？所以是说这两个问题，我想说是不是这边我，警政署这边可不可以先回答一下这两个问题？那让我们了解一下这样子啊。好好，那个先那个警政署回答一下，之后我们请钟委员发言。哎来来来，说明一下，行政院的版本来。在行政院版的，经过多次讨论的，他在第十一条里面讲，室外集会游行报备的场所、路线、时间有竞合或相邻着，说当事人另有协议之外，主管机关要以书面报备在后的负责人变更场所、路线、时间，跟加以限制，并指定应遵守事项。那么集会游行的负责人应依前项命令将变更的内容再补行报备、大概是、对我们这是行政院院版行政院版院版院版那刚刚有政委的版本里面提出来，就是我们有疑虑的地方，就是同一时间处所有两人以上提出集会游行报备的时候，是不是由我们主管机关来协调？那么主管机关现在地方政府嘛，哈，如果改成地方政府的话，这个他协调的权利，一方双方都不参与协调或协调不退让，那也没有这个机制能够强力的来介入协调，而且会变成两双方啊争执不下，就变成行政不中立的，政府就会行政不中立。对。现在整个都会用政治的观点在考量啊。因为两人以上提出不同报备，也会发生反制的状况了哈。
那么自愿报备数，如果两个团体都没有报备或者一方报备，那两个团体诉求就变成对立了，那么这个对立的部分就会容易引发这个冲突。所以这个部分我们的行政院版还是讲说，能够事前报备的话，我们由地方政府来处理都可以的啊。那这边有提到一个抽签的、啊，那个政委有提到一个抽签，光要抽签的时候就会产生问题了。对对对啊，这个我再把状况再跟各位说明一下了哈。这个地方政府他在处理，譬如说道路来讲，他的路权机关是公务局嘛，啊，所以公务局你提出行签的时候哈，这个当然他会有几个因素，通常他会有几个因素做考量。第一个就是说，譬如说交通嘛，啊、哦，所以他会去会交通局来表示意见嘛，哈、哦，这个对交通的冲击怎么样？啊，第二个会有社会安宁的问题，因为过去的集邮法它有一些限制区的规定嘛，哦，所以路权机关你别借你的兄弟的，你去看，啊，就便宜你啊，哦，所以路要借你，路不借你啊，啊，另外，哦，他有一些，譬如说他有一些政治考量，哦，他就不续名理由，他就直接路线他就，哦，你不卡叫庄瑞雄开来讲，要圆山要上山，伊就不要你一条路，伊就给你白条路。但是你申请人啊，你在现场你要去跟公务局就去协商相关的这些事项啊，因为要改路线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这个最后公务局准或不准啊。当然也有像养公处草皮，你被他清理的公园那种草皮，哎，他进去的吼，伊都不爱准你啦。伊讲你也当去安门头的遐啊，水泥铺面的啊，他会作为准否的一个同意。所以你放宽啊，这个有放宽的优点啦、啊哦、但是你假如说维持现行的规定，我们刚刚在讲这个路权都没有在我们现在这次集邮法里面修法里面现行的一个规定里头，我们都没有去处理这一块哦，黑东西等于没来集邮。所以我们集邮，我是提醒大家说，我们集邮法假如这一次修法、哦、要放宽这个集会游行的申请跟这个让人民能够这个符合宪法的保障，我们在这次集会游行，我们就是要去处理路权的问题了。哦，这个权利怎么样跟地方做一个这个做一个规定，你这地方政府才能有所遵循嘛？哎，啊，不，另外是地方制度法来的相关地方自治事项里头，这些是属于地方政府的一个规定啊、哦，所以我们假如要去限制地方政府的自治的事项的话，那我们在集会游行法里面，我们要去做处理。好，我跟各位先说明来。不过我主席啊，各位同仁，我临时这样有一个想法哈、哦，你去把各县市它在规范这个所谓的使用道路啊、哦，它的一个申请要点呢、啊，它所有的依据都是根据集会游行法。就这根据本法，可是不管是行政院版或者任何一个版本，我们现在所看到的都已经把集会处所使用道路的同意文件这个已经删除掉了，这个已经没了。那既然没了，那所以我这个也很麻烦呢、哦、你现在当中也就是说，以台北市来讲的话，路权的申请的要点是依据集会游行法来的。那现在不管哪一个版本通过以后，这个各地方政府要一并去做修订了、啊。可是这有一个麻烦呢。依道路来讲，你说凯道或者任何，我说仁爱路或者中孝东路，道路回复它的本质，这叫做什么？它叫做交通。啊、交通路在行嘛，叫做交通；人来啊，沟通观念嘛，叫做交通。啊，火啊，你也不知道大家火啊。所以地方政府他反而又必须要同步去做一个修订，路要怎么使用，可都有这个问题啊。所以反而会回到陈昭明委员刚所提到的，本法的修订以后就变成保障，您可能以后变救人的有影响的啊，就像你讲的那样。那
不然我附和你啊，你别说，我别使讲你跟我不共动，你讲我拢唔对啊，对不对？我定该拍手，你袂记得吗？嗯，那所以说，有的部分就变成像说变以后这一步，我们本来所担心的又变成有另外一只手，我透过马路的管制。不是，本来就有了，本来就有限制啊。我的意思就是说，啊，你这个部分没有同步去做一个完整的思考的话，真的会有不足的地方。提供我们各位同仁来做一个参考。啊，恁家啦，恁家啥？恁拢无位，恁拢无位。你今日下恁煞剩二十几工，我看恁拢来遮看戏啊，恁尔呢？你哪有你的想法啦？你就怕变的啦！哎呦，卖狗啊！哎，就怕变啦！因为哈，不是，委员啊，你听我讲，就是讲，该安尼品质嘛，很重视，搁较歹申请，搁较麻烦，不是啊，搁麻烦，所以我不着急。我懂你的意思啊，因为你也把问题提出来，我最担心的这一点啦。检察机关他有比较中立的思想，他不会靠哪一边。你到县市政府的时候。政治思想靠边站的会很多，告些纷争不，一直纷争不着，一直下去。安怎也养我也别养，你都不知道这个困难点。我也是替你们未来的执政者着想，甲讲一寡实际的情形给你们了解，将来这问题一定发生。哦，好啊，我稍微讲拢下，我那无差。哦啊、你们好好考虑一下，我不是说给我说跟你们反对你们不一样，我们是把它说我们真心的话，叫你们好好考虑一下实际处理的情形会发生怎样的情形，不然谁是完全的圣人、啊、你错乱了，你我不错乱，你说的都错乱，你的主张跟论述都要错乱、啊、你黑白龙君了，我还要黑白龙君，带一条黑白龙君，我把问题点出来，你说黑白龙君。出去外口，迄落一个，卡过你来啦。我请教一下那个警政署哈，你们的版本，行政院的版本里头哈，你们的游行说只要附地图啊，这个就可以。那路权呢？你们的规划到底原来是怎么样？你呢？你嘛是要有路权嘛？感觉，但恁呐，就恁集会者，恁有同意文件啊？啊，游行者，恁呐不讲爱同意文件啊？只有路线而已啊。那路线是什么意思？来，说明记录一下好不好？各位委员报告哈，就是说，只有要求到检户场所所有人或管理人的同意文件哈。那因为集会场所长期使用影响较大，所以集会属于长时间在同一场所进行活动哈。跟游行仅路过相较，对各场所产生的影响较大，所以在大法官会议解释第400号里面有提到。有关继承巷道符合一定要件而成立公用地益关系者，其所有权人对土地及已无从自由使用收益，行者因公益而特别牺牲其财产上的利益，国家自应依法律之规定办理征收给予补偿。他这边提到，所以继承巷道未经国家征收前仍归所有人所有，所以他使用仍需所有人的同意啊，那管理人同意啊。事实上比较困难的、啊，因为还有一些私人的土地，还有继承巷道我没有征收的，所以你这部分我就没有要求说游行路线上面的同意文件，因为有困难度啊，它有困难度。
不啦，你就是讲，我的，譬如讲集会嘛，哈，集会还是要嘛，哈。嗯集会艺术想你凯道嘛哈，凯道了在公务局同意啦，哎、欸，他在他的概念上，他是要入权啦。来，李俊委员。主席，各位先进哈，我这里也许跟大家意见都不一样哈。我认为集会游行法的重点在于，这个本来就是人民的权利要给予保障，所以重点在于保障。那不能因为说我们申请上可能有路权的问题，可能有其他问题，我们变成要规范。特别我们不能用集会游行法来影响到县市政府的所谓地方自治。好、哦，如果我在集会游行法规范说，哎，地方自治路权要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我认为是管捞过界了。那现在重点是什么？既然是要申请要保障，有申请才有保障，刚才讲得非常清楚了。那警政署本来规划你们遗漏了一点，就是如果同时有不同的集会游行发生，那你们怎么规范？那可是在你们原来的设计里面，你们认为说由分局来处理，然后这个你们也有办法处理，你们的规划到底是什么？我从头到尾还没有听到这一点嘛。如果同时间有不同的团体申请集会游行，你们原来规划说由分局可以受理，分局来做主管机关的话，你们到底要怎么处理这件事情嘛？好、哦、啊，所以非常清楚嘛，集会游行法就是集会游行法，这是人民权利的基本保障嘛。那你怎么可以用集会游行法的规范地方自治的事情，说路权要怎么样？那如果路权它依照这受到政治的影响，或是受到其他方面的影响，地方政府自己要去承担呢、啊？这也不是用集会游行法可以管的、啊，而且如果我们用台北市这个例子，台北市叫台北市申请使用道路集会要点、欸、那你不可能所有集会游行法都把这个规范在里面呢、啊，那本来就不是立法的目的啊，所以这个我们要分清楚，哦、要分清楚集会游行，我们就是保障集会游行。那如果其他涉及路权要怎么样，你们应该本来的研议里面就有这个问题产生嘛，要到底要怎么处理嘛？我们到现在还没有等到答案。好。好那个钟委员来，主席谢了啊。刚署长这边，包括俊逸也特别提到了哈。啊，记得我们今天最主要在讨论集会游行法啊，因为是涉到路权的问题。现在我们就讨论到啊，地方自治啊，对于路权的一个申请啊，到底是采许可或报备制了哈。那我还是建议回到我们的集会游行法，就我们人民的权利事项的一个表达或集会结社的自由，来做进行实质上的条文的讨论了。那对于路权的问题，回归到地方自治法啊来做最后的一个处理哈。那我的想法是啊，集会游行法跟地方自治法应该是分开来做一个处理，因为刚刚我们在第三条来对也已经通过哈。啊，本法所称主管机关在中央为内政部，在地方为地方所游行的直辖市或县市政府。啊，我想还是用这个方式啊，也支持刚刚啊李俊逸委员啊所主张的一个诉求啊。以上说明。提醒各位注意哈，这个我当主席我要提醒各位注意，我们那个主管机关已经改了呢。哦。所以地方是地方政府，不是警察机关哦。啊，所以要从这个逻辑上下去思考。第三条，主管机关。所以现在后盖，大家现在搁用旧的架构咧新修正条文哦。我们第三条就改了。哎，通过啊，哎。对了，迄、那个改直辖市啦，迄、那个咱内政部嘛同意，那个内政部次长跟他嘛同意啊，嗯。配套，哎。好了，抱歉了，你那不同意当然表示意见了，哎，好，那个我是不是警政署要表达一下意见，还是我们市长？嗯，那个署长，你刚才不是已经讲过了吗？对，所以你基础上来讲，你觉得从地方去申请，还是比原来的比较，两个的比较次序？你现在他说现在把它改成在地方申请，跟你原来我们的规定，你觉得这两项的优劣，请你再说明一次好吗？原来的机会游行法是许可制哈，现在我们的行政院版本改成就事前报备制啊，报备制，那现在就是要变成自愿报备制，就是政委员的版本。
那原来我们在申请都是在分局申请，取得路权之后，因为有场地嘛，哈，就公务单位申请核准之后，我们警察来做相关的警力部署、交通管制，还有维安的一些作为嘛，哈，这是分局。那现在就是拉高层级到地方政府，那保障变成地方政府。地方政府他的意思就是统合这些路权申请，哈，还有那个我们交通整理、安全维护，还有环保，这一起来就是变成地方政府申请。那地方申请他还会指定一个来承办嘛？那承办应该还是会回归到我们警察单位，因为他来统合这些事，就还会指定单位来承办的，应该这种状况。那现在就是说这个时间、哦、因为要有充分的时间让我们这些动作都做好嘛、啊、所以刚刚提到就是地方政府的这意思就是统合了，统合这些单位一起来做这样。如果有竞合的时候要去做协调，如果两个都有报备嘛，两个都有来申请、啊、就是申请路权有事前报备，那就可以来大家做协调。如果没有的话，就是在前面的有规则，这边就提到了，我刚刚念过的十一条，室外集会游行报备场所、路线、时间有竞合或相邻者，除当事人另有协议之外，主管机关应该以书面报备在后的负责人去变更，报备在后要负责变更路线、时间跟他限制，跟指定一些遵守事项。啊、哦，大概这个行政院版本的时间上的拉长，大概要拉长多久？没有，他的意思要变更地点，对、啊，意思是这样。对，那个像台北市的那路线申请是八天嘛，那三十天以前嘛、嗯。对，你觉得这样的时间性跟以前的申请做比较，你觉得这样子的方式的优缺点？这个没有试过不知道了，因为他还是要路权嘛，那路权拿到以后就他同时会到分局来申请嘛，对。这个我来李俊义委员，我再追问一下啦，我刚才听署长的意思应该是这样哈，如果有发生竞合的问题，就是两边都有报备，那当然就是协调嘛。啊、不管是由谁协调，县市政府或是分局，那是另外一回事，都是协调嘛。那如果一个有报备，一个没有报备，就是当然保障有报备的啊。那如果两个都没有报备，那本来就是各自负责啊。那所以这个到底有什么问题？我听不出来有什么问题啊。如果两个都有报备，那本来就是两个都要保障啊，啊，就协调的功夫啊。那如果一个有保障，一个有报备，一个没有，就是保障有报备的啊。那如果两个都没有，两个都自行负责，就这样而已啊。那跟路权不路权有什么关系呢？对，那如果县市政府不核准呢？对，那话不能这样讲啊！我们不是要保障人民的那个权益吗？怎么会这县市政府不核准，我们就放由县市政府不核准呢？对，如果发生这个问题，我们怎么处理？我提醒各位注意啊，大家。这个参考一下哈，因为咱进后盖吼，这主管机关是地方政府，不是警察局啦，简单讲，不是警察机关咧管啦。啊，所以你地方政府呐，一般来讲，呐，假使讲该安尼落了，你敢有可能讲叫来申请游行的人，讲叫伊走两位，讲啊，你嘛是搁同款，你先去公务局，啊，搁走来警察局，可能袂哦，哦，可能譬如讲地方政府，可能实务上伊就是和公务局嘛。还是讲伊就互警察局嘛，啊、警察局伊要安怎报备的时阵，伊要安去处理？警察局爱去找公务局啊。咱头可能讲，互人民讲照顾到位。啊，所以意思是讲，我讲这個意思是讲，以后的集会游行呢，因为他就是在保障说，怎么样地方政府怎么去服务要去游行的人嘛。简单讲是这样嘛。即便说他是来反对市政府的政策，那你还是要去服务他。有来申请来报备，那你服务就多一点；没有来服务就少一点。哦，那假如有违反其他法令，那就是社会秩序维护和其他法令的规定去处理啊。来，主席哈，跟各位同仁，我想我们分两个议题来看嘛。第一个就是主管机关嘛，哈、哦，
主管机关，我想我们刚刚大概有一个共识嘛，中央就是内政部嘛，啊，地方的话就是县市政府哦，直辖市嘛，这是都要大概有讨论出来一个共识嘛哈。那另外就是又讲到这个路权的问题哈，我刚刚有比较了那个台北市申请使用道路集会要点哦，跟我们彰化县申请集会的使用要点哦，其实哈它的依据哈都是来自一个那个。它的依据哦，都是来自一个公路用地使用规则啦。那那个警政署哦，你是不是可以把那个公路用地使用规则哈，它里面的那个第四条，它第四条里面有写到哈，本规则锁定公路主管机关应办事项，国道、省道由交通部之专责哦设置哈。那另外县市的话，就是县市政府，它甚至也规范到哈乡镇市公所，所以这个路权的申请哦，有可能是涉及到三个地方政府。三个政府都会同时会牵涉到了哈，那是不是那个警政署你们把这个我刚刚讲的这拿出来看一下好不好，我们再来讨论。我刚才有可能说你就是一个机关嘛，地方政府就是一个啊。啊，你警察局，那像譬如讲，大家来甲报备的时阵，警察局就招其他局出来啊。我讲的这个就是公路用地使用规则啦，它里面就讲到三级政府都会牵涉到路权。以前申请的时候也碰过，牵涉到国道，牵涉到交通部、省道，还有牵涉到县道。对对对，对对对。以前碰过这个问题，所以要去做协调。那也有的协调的，还是内政部协调的？县市政府。那如果两个不一样的县市呢？那个全省在讨论这两个。好像是讲机会的。讲机会。讲机会。好。那个各位委员，现在是11:56了哈，这个我想大概最核心的概念就是大概报备制这一块了。哦，我们是不是来讲一下崩的？看过来，对吧？好，这个大家这个因为这个案子非常重要哈，我还是我们休息到1:30好不好？2:00了。便当是有订，带回家是无所谓的。本来是，但是我拜托哥，我们今天这个案把它有一个结论了，好不好？啊，这个案子已经从几届都已经审非常久的时间。我觉得这个案子最好的就是第一个就把它废除了。好了，我们最后回头再来处理。就废除就好了。哎，对对对，就不用讨论啦。好，我们最后回头再来总结处理，要不要废止，还是要按照修正条文呢？好不好？再看大家啦，大家方便的时间，要尊重这个资深黄昭顺委员。好，还有，如果尊重的话，那就直接把它废止。我觉得这个是最好的方法。开会时间了，不是废止内容啊。对啊，既然说要把它回归嘛，那就回归的彻底一点。内容要尊重大家啦，但是时间可以尊重。时间我 OK 啦，没问题。啊，没问题。2:00，那个李俊毅委员，2:00了哈，我们2:00继续开会，好，好不好？现在休息，30分钟后便当会来，5分钟再回来吃便当。本来要中岛无要休困啊，想想对大家想尊敬呢。好，那这个拜托了哈。下午的话，我们还继续备水果咖啡哈。啊，水果啊，冰淇淋，好好。好，从招委的那个招委好像也没有。
这个。